同仁，大家午安。现在我们开第三十八次的会议，请秘书长宣读第三十七次的议事录。人宪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0日上午9时，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0人，内席议员县政府县长林冲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武等出席者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淑莹，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验拟打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6次会议议事录。三、秘书长报告，据宜兰县政府105年5月19日府建管制第10500823号函内，本土建设处林处长郭明于105年5月30日至105年6月24日因参加兼任公务人员晋升检任官等信任，未课列席归位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请假期间由本府建设处理副处长新立代理，请查照，决定予以存查。执行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张建荣议员、林锡明议员、陈福山议员、陈鸿喜议员、黄定和议员。答复人员：林县长冲贤、吴副县长泽成、赖秘书长齐禄、邵处长志奇、文处长超胜、吴处长志宏、郭处长钟胜、林处长嘉阳、陈处长建新、陈处长德兴、李处长东儒、许局长松义、李局长弟弟、陈局长登清、高警受损人。其他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议员要求办理事项，提供之事项另入详如附件，并请问县政府办理。上位上午11时58分以上。好，各位同仁，议事论没有见。没有见的话，我们准你备查哈。那我们现在邀请县长、副县长以及赖秘书长，还有各级处的各位首长，请列席报告台。好，下午我们继续县长施政总执行啊。我们现在目前邀请黄世勤议员、张明华议员、陈俊宇议员三位联合执行。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各位局处长、主席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最近的媒体新闻哈。有在强调那个童万杰滑水道，因为某妇人的颈椎的椎间盘移位，所以诉请国赔。那国赔之后判定下来是96万哈。那我想在任何一个油气空间，任何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哈。我想大家也很用心很注意，但我现在发现哈，文化局对外谈说判国赔该赔就赔，县府不上诉哈，这第一点。第二个说。不上诉之后呢，我请文化局，文化局局长。好，局长。当你说不上诉，那之后您对相关设施你将怎么处理？好，请答复。谢谢黄议员了哈。针对这个事件哈，这件事件是发生在101年的哈。是。那当然，我们办活动哈，那看到游客受伤哈，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了哈。那当然，在这个案子一审的时候是我们胜诉了哈，那二审的时候是对方胜诉。那我想应该这样讲了哈，游客在园区里面受伤哈，我想作为一个活动主办单位哈，或多或少都有责任。好，那我想县府，我想县长应该会支持文化局的决定的。之后你该怎么做？那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说。对王女士的这一个这个部分的赔偿的部分，我们会处理嘛哈。那另外就是园区的设施哈这个部分，那我们看到判决书最主要是我们败诉的理由最主要是我们现场管理不当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会加强了哈，就是说那个包括我们的干部，包括进来的工读生哈，所有的服务人员哈。相关设施的使用哈，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的来加强要求。那您继续使用那个用具吗？我想这个设施哈，应该这样讲，这个设施是民国99年就有了哈，那也沿用到去年104年。那事实上，所有大概有40-50万人用过这个设施的哈。那当然，王女士比较特殊了哈。那不过伤害既然发生了，我想这个原则上哈。
那整个使用应该是不在设计面的哈，这个设施不在设施面的设计面呢，应该是在使用面的哈。好，没关系，您请坐哈。我想说，当你不上诉的时候，你设施继续使用，这个时候万一，因为我们被强调可能有一点瑕疵，当它连续使用的时候，这个过失应该就不是过失哦，可能就有间歇的故意。那我想说，当我们东西应该是很好，很不幸就是一个人受伤了哈，是不是说把相关的那个用具使用的标准，你可能要再强化？那第二个说相关医疗专家有些建议，我们在使用这个用具之前，尤其用具之前，是不是再做个相关的警告跟提示？我想哈，很多东西我们是公部门，在面对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不怕都公教。各自我们各自有官司或者是有法律方案来做处置，那希望这后续您再注意一下哈。那这里顺便提到就是说我们因为清水公园这么久了哈，我们的童万杰，我们的那个吴老坑相关的景观空间，我们弄了那么久，实际上我们人数实际上有在递减，我们很用心很用心，但因为全国还很多地方可以看，那刚好就是那个公旅处提出的那个森林绿洲相关的调查，好，那是不是说未来我们针对，因为吴老那个森林绿洲开放，绿博的人数一定会相对的稍微减少，那森林绿洲、吴老坑，包括存艺中心，包括清水公园或者童万杰的相关公园，是不是未来可以做整合性的、带状性的整体对外或整体开发或整体吸引外界的人，我想这应该是好几个单位共同来思考。既然你要做森林绿洲相关调查，那还有就是说，假如说那森林绿洲要开放的话，我也建请嘎当丢了哈，真的要想要处理，因为它的那个空间太矮了哈。我想说一贯性的做旅游的开发或旅游的对外一致性的呈现，这些建议宜兰县政府哈。那我们这边就说那个。也要谈到新新闻强调宜兰县啊，我嫁入来宜兰关二十几年啊，确实在二十几年前，在十几年前，我们住的地方，我在苏澳住过哈，我们住的地方确实是每天闻到超臭超臭的味道，但是我们也要强调说，咱凭良心讲，咱有改善啊，只是改善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有压力的哈。那我这边看到确实是蛮尖锐的哈，他说好山好水的宜兰被臭气环绕，他说。只要出雪穗就闻到很臭的味道。我想这讲对宜兰人是一个我们当任何人都有提出自己不同意见、不同建议，但是这确实是太耸动了，对宜兰人是一个糟蹋。我爱讲对宜兰人糟蹋哈。今天不是不要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已经发现问题，我们感谢他们建议，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公开让你过分了哈，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那相对我在环保局这边也要感谢他们环保局五个科长，人家是很用心。我们查一个台化公司，一直查不出来烟囱。我路过的时候，尤其下雨天，那个烟更多，烟的那个排出量更多更大，那甚至更多处在排烟，我们都不晓得哪里出问题。然后味道在下雨天的时候更严重。那宜兰县政府的环保局的五个科长共同思考，除了我们一般的监测用具，我不晓得它有没有功能，功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测到我们要测的，但他们请了闻臭师，好，我想这也是一项突破，请闻臭师爬到那个烟囱的上面去查查有味道，那是不是闻臭师还有其他可以做相关的功能，建请环保局再试试看。您的很多的监控的模式实际上可以可以来思考看看，您有说很多嘛，但是好像是没有做相关的整合资料，也没有针对相关的内容哈，那个多元的那个多元化的味道没有出现嘛，这些环保局我知道你很用心，但是不是说针对那个像臭味臭异味的指纹资料库或相关的臭味或相关的来源，真的要加强查查，但加强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我们很多传统的工厂其实一做不到，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给他时间？那标准化是不是可以请相关单位共同来协助？请他们各自一家，那就倒店而已，关门了。啊，是不是有时间限制？啊，请专家学者来教他们如何处理，因为太侪拢三四十年以上的工厂哈。
那最后我想说，针对刚刚那个蚊臭或者是相关的稽查哈，那就请环保局真的要加紧。好，你很用心，我相信你也很坚持。重点是，有一些东西是可能还是要人性化，但是在污染源这一块，因为真的找不出，第一个不容易找出来，那第二个人情压力也很大。第三，你的标准化，当年的标准化跟现在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如何去辅导？我想环保局你们回话，真的啊。Facebook 卖相它强烈的哈，因为很多人在反击。那县长的 Facebook 我们也看了哈，没有错，各自站在各自立场，但是我们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污蔑宜兰县，因为只是部分地区，而不是全部的宜兰的土地或宜兰的空间。那这边还是要问环保局哈，还有相关单位。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一直在转换人头的时候，一直在重整。请问我们针对这样的公司，而且造成欠薪、欠资遣费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状况。请问那个应该是劳工处或公旅处哈，因为事业单位，请问你们怎么做？他一直在欺负员工，公司一直倒闭，公司一直重整。然后资遣费什么费用都常常不给啊，也弄到劳工处相关单位做协调啊，不见得给。那请问这样的公司，包括八大行业都一样，一直转换人头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那先请那个公旅处处长，好，主席哈，那个各位议员哈，跟黄议员报告哈。那因为目前商业登记的部分，它是属于公示性质，好，等于是对外面昭告。那等于出问题的时候，知道是负责人是谁，好。那在公司登记的部分，又是属于直接向经济部登记的，好。那他如果倒闭之后再开，倒闭再开，那相关资遣费回复的问题，应该是要由劳工处这边来做回答，哈。我做一个以上的报告。好，你请坐哈。我想我会问你，是因为工商科工厂管理是在你的单位。那我们除了登记之外，我们后续应该来追踪，因为很恶劣的公司，他一直在重整，一直不给钱，一直在重整，一直不给钱，没有错，劳工处帮很多忙，你也在劳工处待过，但是我们怎么让他不再这样？或者当他在工商科、工商那个工厂登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严格的来面对他？好，那这边问环保局哈，那个请有故时代的非法弃置红材林的事业废弃物，请问当年运回来量多少？现在量多少？过程中目前有处理吗？还是那个量还在某个地方？好，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哈。那个之前以有故为名的这些收受的事业废弃物哈，现在都堆积在之后接手的这个东鸿进，现在就是已经结束或破产的这个杰森哈所属的这个相关的两块土地上面，那这些数量呢，事实上我们都已经要求不管是接手的，就是法院拍卖的这个第三家，还是杰森那个，要求他们做这个清理计划。那这些数量详细的数字这个部分呢，我在会后给那个黄议员。不过目前我们知道这些废弃物呢，原则上有一部分是这个属于必须要那个委托处理厂处理的，有一部分其实是一般的事业废弃物是可以直接用这个焚化炉焚烧的方式。好，因为这个是91年有发生状况到现在，那现在是105年，我们在这规定中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那我们目前各县市尽收外县市的那个相关的废弃物、事业废弃物，那请问宜兰县这是管来？那局长你也帮忙某一家公司在做相关的动作行为，你也帮忙了，这里想要告诉一年告诉你不被叮当，不见得是你认为，但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延续中。请答复。好，谢谢哈。这个案子哈我去环保局4年了哈，那到环保局之后的第二年哈，那个这个焚化炉就那个火灾了哈。那其实长期以来它其实一直都是经营不善哈，所以那个火灾之后就一直停顿到现在。那当然有很多这个各种不同的厂商，跟这个刚才黄议员也提到的，包括这个
结束营业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关系，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那个对象其实是一直在移转哈，这三年来一直都是。那他现在要重组公司，你怎么去对新的重组公司，大部分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原班人马的时候，你怎么去要求他在公司成立的时候，针对前有雇的相关产品怎么处理？我们在每一次他来变更哈这个厂商的名称的时候哈。我们都谨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即便他的董事会变更，或者是公司的名称变更，或者是那个负责人变更，但是原来他领有的这张执照所应该赋予的义务，并没有因为他的移转变更而有所移转，所以每一次他来做变更的时候，我们都同时交代了哈，那个原来的这些这个清理的义务或者是处理的义务，都是这个新的这个承受人必须要概括承受的。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新的这个接手人呢，要求他进行这个提报这个清理计划书的这个阶段。所以环保局长说，假若说他一直不清理，我们没有能量去处理他吗？然后他的执照是一直维持永久吗？就我知道哈，现在这个厂商有可能会放弃这张执照哈。那个因为他没有申请继续要这个复工或者是重建这个原来这个焚化炉的这个意愿的哈。那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讲呢，如果这个承接的人呢，他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他包括用破产的方式啦，或者是用法院这个直接拍卖的方式呢，我们最后如果代为清理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主张债权，在他最后可能再又回到法院去做拍卖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要求法院呢参与，那个要求我们的这个代为执行的费用呢向对方求偿。好，您请坐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管定马很在乎这个东西哈，怎么去处理这个非法的弃置的废弃物，然后还在红材林，量还是很多。那我希望环保局针对这一块，当他不清理的时候，那家公司真的要让他再开始吗？其实他还是要做环保相关的动作行为。好，我希望你应该知嘛，第三次重整，他还是想做相关动作行为。当他内部我们强调说，可能焚化炉要再处理，上要再处理，他是有问题的。好，他真的是有问题。那请环保局长特别注意。那这边我在这个就真的要问县长哈。我们相关的宜兰县的相关 OTBOT 案，假若说我们发现我们的履约保证机制，我们能量不足，我们也发现我们履约管理责任，我们可能没有达到，那请问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做相关限制，跟相关人员如何惩处？那之前我们在礁溪玉石案也有一件嘛，哈。那个大家那个没水，没有水到现在，这是因为置办那个，我想这个关心人员这几条，这些也是大家的案件哈。就讲，当你当时的履约责任，你可能控制不到它，或合约签这我公盖这盖啊，也是在县长总执选的时候强调，但是我没看到东西。虽然媒体有报，今年媒体有报道相关动作行为，但是万一未来，因为生意人真的比我们厉害，公部门很正向、很老实，但是我们很多合约没办法限制到相关单位。那请问这种的履约机制做不到，在外面乱搞，在外面拿宜兰县政府的合约跟外面借钱，借很多有证据，因为宜兰县还没拿到，宜兰县政府还没拿到，请问这些我们怎么处理？那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因为大家都很认真，责任谁扛啊？请问县长。好，县长请答复。台湾主席林副局长，感谢委员的指教。其实委员大多数拢有讲到重点了哈，照你讲，这个案是爱由管理处的处长来答复。不过，咱即马不管是 BOT 案、OT 案，咱拢有个特别委请一个单位啦，来帮咱做这个履约管理责任。但是咱管政府过去啊，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我若委托人做这种履约管理的时阵，对方拿提上来，大概他也都照单全收。所以你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讲有一寡对民众已经有反应啊，消费者反应。也是讲，咱已经发觉问题这个部分啊，
大概都没有及时处理到。好、哦，这大概我内部检讨啊，相关的情况嘛，都已经有做这个相关的行政处分了哈。即嘛，那你来讲啊，你较知影这个个案，那你已经有一个较完整的做法哦。第一，那你等下按照好要有一个通知的程序哦。啊，第二，如果这个厂商啊，大家刑事上犯罪事实哦，咱这个部分应该要具体哦向司法单位哦，他对你讲的伊那。伊若违反着即、這个相关营业，即、這个行为有一寡部分已经达到刑事犯罪的部分，咱都要具体啊。当然，即个部分已经有即个相关几个单位啊收集到证据。咱最近即个部分大概都会要求即个相关的司法机关来侦查。那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是多管齐下啦。第一个，你那对一个。无守规矩，啊，无适当的厂商，本来这个财产是咱管政府的，啊，咱在委托民间营运，就是要丢出更加好的效能跟效率。如果达未成咱的理想，当然爱甲改治啊，吼、哦，啊，这个部分大概未使讲，因为合约甲人定，合约咱绝对白纸黑字写，迄、那个权利义务都要相等嘛，吼、哦，而且这个过程，应该这个争议啦，吼、哦，相关的争议。不是今年才发生的哈，当然，温议员你有滴，艺术家顶头有提出啊，这个提醒，啊，这嘛已经有几啊届啊，而且表示这个代志已经是延续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今年内就应该要做适当的处置，甚至已经要求业务单位要做好接管的准备了。县长，你请坐哈。那我想说，县长讲很清楚，我们在一般责任上，好，那。好，法律程序或各方面程序都做到。重点是，我哪个几百万的票，我哪个进这票，数万张、数千张，甚至不晓得多少张的时候，请问这些之后变废纸？请问宜兰管建户，我都是跟宜兰管建户相关合约厂商买的。我到现在，我跟你签好，我跟公里处签，我签 A 公司，但是我用 B 公司做行销的话，已经用了两年了，不同的票用两年。然后米来立功，哎，我都做动作废纸，因为我网络上看到哈，当做废纸。那请问宜兰县政府，我米来外界民众是被跟管建户诉求，因为你是监督单位、管理单位，我怎么办？哎，这倒是宜兰你老相关的消费者跟你啊请教，你安尼个看清楚对讲，你这张单有经过对应啊，哈、哦，经过对应啊，对对咱管建户所认同这个因啊，正式销售的。因为我们这个部分，他卖多少张，我们就要求他缴一定比例的履约保证金，那钱拢坑在人家。肯定，那是原则性啦，根本都不安尼嘛。无，绝对是安尼、嗯。然后呢，你那是利用八种的票券去买，哦，那个部分来讲，他应该拿出来，就配合我们刚刚讲那个，他已经违反合约的规定，而且是那个老实讲，他已经没有权利卖那个票，嘿，大概让他随那个。可以协助他继续来跟要求那个厂商来求偿，哦，这是两个部分啦。就讲你若讲已经卖出，因为所谓那这种 OT 那负连带责任嘛，哦啊，只要他真正是有付相当的那个价金买到的，那个都视同有价证券，那来给保障。但是那个一定要，那个是要我们规定的那个票券。哦，那个票券啊，咱这个保分他收取的那个多少的保证金，我想再请那个陈处长跟你补充说明。好，现在你请坐哈、哦。我想说，当他知道是 OT 案，当民众持续用了两年不同的票券，那这个时候我走对小东森给人管监护，因为你是主管机关。那相对的，我说这么多年来这件案子也发生很多年了，曾经帮忙处理过一次，那现在是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严重。马给处长。你不用就说这个过程中公部门的监督单位真正失职，好，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扣连爱归属扣，因为外面的状况已经不止这样子，而且还拿相关的东西去跟外围放高利贷的人借钱，因为我跟宜兰管建户是合约单位，好不好？我想这进严重进严重，所以麻烦相关单位你再思考看看怎么处理。好，我想说不能因为这样子，他真的赚很大，然后宜兰管建户来排收违约，我感觉很不合理。好，那这边我想说，就是针对宜兰县哈，我们那个警察局局长哈，
我们的治安、我们的枪械、我们毒品，每一个议员都讲到了，实际上我们真的比较差了。好，比较差的状况，只是要请你再来思考说，我们不能只讲雪隧通车，因为交通便利，因为外县市的人来宜兰县很多，南北在干那这里旅游，我们怎么去处理？然后处理完这卫生局这边也帮我们思考说，那宜兰的乐界效果真的好到什么程度？够不够？啊，我有一个建议，当时跟圣母医院的前院长陈永信有在思考说，因为他精神科医师，是不是在思考说我们的以前的丸山疗养院？好，它是属于东山乡的，来做相关的乐界中心或相关的什么部门哈？我想第一类，因为那毒品啊乐那个乐界完之后，其实它再犯几率很大，第二他们的情绪控制比较差，常常在精神科的外面可能会围堵，可能造成那个医护人员伤害。若远一点可能会比较好，那也请卫生局思考看看，当毒品乐界效果不佳的时候，当毒品乐界的空间不够的时候，我们怎么再去处理？我想这里是建议卫生局跟警察局哈来思考。那这边再请问警察局哈，我们车祸造成生命跟经济损失，有没有达到动摇国本？请问局长。当前答复。主席，谢谢黄议员的关心了。那车祸的损失。到动摇国本到一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但是确实任何一件车祸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相当大的一个负担的啊。好，你请坐哈。那这是欧美、台湾，那我这样请问卫生局，我们达到每十万人多少那种得病率、罹炎率算很高？我请下面卫生局局长，我们算很高的。每十万人口数多少的比例我们算高？没问你大概讲个数字就好了。好，局长请答复。那每十万人口，那个是要标准化的话呢？那我们得癌症。没关系，我们用癌症。癌症的话，我们其实在整个县，在整个台湾的不是宜兰啦，我只是要问你一个数据啊，我只要那个数据就好。什么叫高？那个数字是要整个是做一个统计的评估而已。好，那您请坐哦。我想我这边有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车祸死亡率的资料，2014年哈，日本十万人口数是5.2人，西欧每十万人口数是5人以下，很不幸，台湾十万人口数是15个人。这若在医疗界，这算超可怕的。我们都是0.几、0.几、1、2就很可怕，那它是。十万人口数是15人。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也发现说，我们台湾跟其他这几个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大于它3倍以上。然后我们的死亡人数在台湾是70%是青壮年，所以在老人化那个人口老化的状况下，我们更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宜兰县警察局或相关单位如何让我们减少车祸的死伤？那有没有行人保护的标准？好，那请问局长。局长，简单。是的，因为那行人当然是我们还是一切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啊。那当然现在对车辆，对行人穿越到车辆，如果不礼让行人的话，这当然按照规定是这个不符合交通规则的规范，当然是要取缔的。那至于其他的行人，我们是尽量的做宣导，因为我们辖内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车祸，我们一般大概有三大族群哈，最容易这车祸的被害者，所谓的机老，就是机车老人跟酒后驾车这种状况，是一般是这种的这个肇事率是比较高一点哈，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族群来做一些重点的宣导。好，局长你请坐哈。我想我们这已经是事实了，我们照传统警政署给我们的要求、诉求、保护或相关的模式，其实效果已经不是很优。那既然宜兰县我们其实很常得第一，但我们不希望车祸得第一了哈，就我们希望我们在宜兰县行销宜兰、优质宜兰、幸福宜兰方，我们真的要得第一。所以我们生命安全、经济安全，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保障最好的。所以希望警察局这一块，针对我们的车祸死伤，
如何减少？我相信这里面不只是九家，所以也请您提供我说，这五年内我们一般车祸死伤跟我们酒驾造成的有多少？我相信酒驾的次数并没有比一般死伤更高。那第二个，行人保护标准，因为人老了，可能他除了电动车之外，走路的过程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目前我们是规矩都有，但是人都就可以管。我按那个穿越较紧，我再绕个圈圈再去走人行道，我可能比较压力。那我们如何让这个改善更多？那未来的我们雪隧未来苏花改在通行之后，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造成更多的车祸伤亡。好，您请坐。那这边就是跟县长请问哈，那个这我有跟消防局谈过，当我们雪隧通车，当我们苏花改通车的时候，同时发生状况，我们如何去处理同时火灾或者是任何交通事故？那因为以我们之前的雪隧有出问题，火烧车的时候，我们的能量真的不足。不管我们警消，不管什么卫生局方面，是不是用这个模式，我们跟中央争取多一点人？因为我们是比较特殊的单位，因为那是宜兰县重大危机，所以雪隧苏花改同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人力物力各方面够不够，用这种特别专区的模式去要求中央部会，我想这是宜兰人特别需要的哈。那这边还有就是我看到那个宜兰县给我们的各单位哈，各单位施政绩效会诊，那我们发现很多都蛮特殊的。第一个就是说中心文创园区设立创客基地，那个文化局、劳工处跟公旅处共同来思考，那你要让它奠定什么基础？好，宜兴茶壶，宜兴茶壶它本身就在地的历史，在地的过去。那宜兰有什么在地的东西？有什么被保存过？未来这不用回我，我想这个比较重大议题哈，请大家回去思考哈。我们的中心文创园区目前只是点，其他还没有。那未来这里要创啥？是要让在地的囡仔，还是很有创意的，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好，你到底未来要塑造一个什么形象在宜兰县？好，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有秘书处有针对舆情、大数据分析跟因应跟计划处。那我当议员六年了，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危机处理并没有处理很好，我没有怪现在的所有任何人，也没怪过去任何人。好，谁去收集相关资料？谁在最快的时间把讯息整合出来？谁共同窗口对外？因为各自为政，各自说法。好，然后最后伤害是民选的行政首长。好，虽然我对民选行政首长也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的比较严厉的建议，但是我是说，竟然有这舆情相关的分析，谁去收集资料？谁去谈？还有，到底有哪一条是针对宜兰县政府的县长、首长拿出来？民选县长是要被监督，有很多很多承诺都要做到。我们在这里指定目标跟自选目标，真的有做到宜兰县长林聪贤对外说的所有的内容要做的东西，要承诺民众所有吗？我家这边看不。好，我们每次都有一本那个宜兰县的相关的计划，我已经看不，这还是你各单位的主要目标，不是针对宜兰县政府、宜兰关整个主体对外的目标。所以我希望这再思考看看，我自己也达不到，我清楚，但是我希望你们应用你们的专业，应用你们的人际面再思考看看。我想阿罗兄吼，这个可能爱麻烦你思考较侪。好，因为我们够两年，不管县长什么时候会到中央去，我们还有两年，很多承诺还没提出来。好，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有些没拿到。针对这么多单位的相关的目标，那个施政绩效项目，其实还是各单位各自的目标，而不是配合宜兰县长对外承诺的所有。那最后我想就我们还有两位同事一起哈，期盼大家更努力，因为我们这两年宜兰县政府让人觉得闲散，你们都很努力，但是为什么还是给人家弄既定印象？我不知道。好，有没有站在民众立场？我不知道。好，那我想请那个俊宇议员跟明华议员，谢谢。咱台会主席哦，咱的馆长、副馆长、咱的秘书长各局处首长、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哦。首先在这哦，来请教咱
咱的管政团队啦吼。圆山公园吼新建在即啦吼，啊，差不多嘛已经讲真久的时间啊，啊，这个基定嘛已经差不多拢出来吼，预定伫2018年啊要来试营运啦吼。当然，伫还未做、还未落实进程吼，啊，地方总是有真侪乡亲有一个不安的因素啦吼，啊。嘛，相信讲这期间嘛有一挂不确定的因素啦。啊，我是讲要请教馆长，应该是时间未够展延啦吼，未啦吼。啊，未来咱迄个基地吼，会变作是燕山乡啊，这个观光上界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啦吼。因为伊的附近啊，即马嘛已经有这个5000级以上的这个。旅馆、酒店吼，啊，伫兴建当中吼，啊，嘛有一条真水的这个，咱得到金质奖的这个河川高滩景观的这个绿地吼，啊，我是讲未来咱这规个整体的规划吼，一定要做较完善，是毋是伫咱的宜兰这个宜兰河甲宜山大桥、宜兰桥甲宜山大桥中这段未来河川桥拢建置完成了，咱来规划。这个流域上的这个乘船的这个活动吼，会当带动啊这个坐船啊的这个风气吼，啊，让迄个所在变作啊来遮佚佗的人吼，嘛除了陆上的活动以外，会当佫加上啊这个水域的活动，啊，我相信安尼一定是一个真好的啊这个绝佳的新亮点吼。啊，不过对于吼咱未来这个东岸公园这个兴建的基地附近周围的这个交通状况吼，而且我想要请教，就是讲咱拢规划好啊吗？吼、哦，伊个动线的安排啊，甲停车的规划、疏导的路线敢有啊？是毋是会当请咱相关单位回答一下？请馆长。啊，代表主席啊，感谢政务委员的这个指教啊，基本上因为今仔日迄个林国民处长。这个去受训吼，咱为着啊，这个宜山的这个啊，同安公园的基地啊，配合的迄个都市计划吼，甲军方做这种啊，这个啊分工的这个都市计划内底啊，停车甲相关的公共设施来讲啊吼，大概伫对面以这个开发案，就是即马宪兵队甲后壁这个贯穿这整体啊。啊，伊有一部分就是爱啊，这个都市计划已经完成啊，一部分是广场加迄个相关的即个公共服务的用地，啊后边可以提供变做啊，这个旅游服务区啦，也就是讲后摆遐人做这个啊观光饭店，也相关旅游设施的这个准备吼。啊，准备完的讲的交通，咱其实是很主席啊，这个啊台七吼。咱但是安尼之外，甲迄个宜山街啊，本来都爱搭车，吼、哦，所以咱即马诶，即个路廊诶规划，吼、哦，就是你进前所提起吼、哦，咱伫迄、那个啊，即、這个宜兰河建国即个水防道路，咱希望伫甲即个宜山公园周边啊，一旦甲即防汛道路拍通之外，周边诶即个整个动线啊，尤其啊，咱嘛袂使敢若讲过着同安公园甲目前宜山公园即个停车，第。咱街仔顶这个所在，所以咱即马啊，咱的建设处这边有启动一个案子，咱希望马车刚刚从这边乡公所会当同步启动，因为咱这个宜山都市计划内底啊，一部分遐差不多足侪拢是扫地啊，没有那个公共设施，吼、哦、啊，你停车啊是讲道路位变做瓦路，差不多拢起了，啊无瓦路变做内地啊都拢未起，所以咱即马遐个框一个案子啊。咱希望讲后壁会当甲伊做一个通盘检讨，爱当做这个市的定位，吼、哦、啊，这当然爱地主，大家同意，咱速度会当较紧。啊，这内底咱就会当将这附近你也看，咱现住是东山的图书馆，吼、哦，甲后壁这个卫生所、这周边这种这个咱机关的用地嘛，吼、哦。对这边来讲，其实伊遐的整个的服务功能啊，也是无法度来发挥。大概你即马勉强就是。敢那咱做这个一般游览车，敢咱停伫路边啊，一寡简单的少的流量在那边是可以。如果将来
好、哦，将来乡公所回到原来这边办公啊，因为这该给咱无法度去参与了哈、哦。照你讲，地方应该基本上来去当去促进啦。这个较可惜是乡公所改建啦，他没有再往下挖哈、哦。他如果说有一些停车场，你看看从这个乡公所这边哦啊，宜山的这个啊，这个本身的这个古街哦，甲后边哦，咱伫迄、那个啊，伫迄个自来水厂这边来噶啊，要去。安尼啊，这个入去大湖底吼，啊个金头山这沿线，我们现在那个山卡观光道路，现在不是要配合啊这个计划，咱怎已经在征收啊嘛？所以后刚你若讲连外的部分，吼、哦，遐拍通转来伫大湖底遐来，那其实是要让这个游客进入个咱沿山底吼、哦。你看，即马金头山甲龙潭才变作一条线，那怎样整个交通路廊，咱即马无伫。这里、个、我们那个这里、个、金头山黑是宜几线？宜十三线，那么被拓宽嘛，对吧？所以那整个路廊，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想法了哈。啊，当然未来啊，那个山卡道路就是伫乌石港才拖过来啊，拖到咱这里布拉根出的这山卡道路，从西边的这个边道路来，安尼我想咱宜山能够加一条哈。所以整个观光廊道配合咱这个交通。运输跟交通的规划，其实那种整体的想法啦吼，啊，即嘛就是讲大的骨干，要是爱咱的山卡道路通，你沿山才会当掏会开啦吼。啊，当然你那即嘛交通的尖峰时段，差不多咱有几啊届的这个经验，爱安那分流啦吼。当然有一寡乡亲希望讲咱这个宜兰比会当沿线个泰山路，但是你来沿线个真是愈惨啦，因为你这个。整个车流来到这边，你才消化不去，因为你要讲去把咱东山街啊才拓宽，我讲听遐民宅，公路交通嘛无可能去做，咱嘛负担不起。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将来要往太平山的车流，他不要往这边来走，他从咱即马的进蜀路那边呀吼，破一条咱即马的另外一条新路，咱希望去把公路交修啊，这个按咱即马副管理有跟协调到一个程度了吼。但是呢，因为还有一些细节，那我想我们最近呢，应该尽快把它协调好。那这样的话，让它分流跟带动整个圆山，你看，连地金头山、大湖底、横山头，非常完整的那个轴带啊。那这个部分应该爱把这个观光的廊道透过这个道路系统来做一个连接，安尼才会当让咱的乡亲受惠，一方面交通个袂怕干。哦、所以你讲的这个同万公园这个部分，它只是一个节点。你讲的，啊，我刚才的概念是安尼，有点像现在的东山，我们这个生态公园完成以后，东山它就要变成是一个转运中心，包括交通跟观光休闲转运中心。未来宜山嘛有这个概念，咱希望，起码人在这过，跟咱吃一碗鱼丸米粉，对咱经济跟这种观光的效益太少了。我们希望让它能够囤在一个地方，能够去做一个转运。好、哦，所以拿阿内来讲，宜山公园，那这建设以后，啊，我是希望讲，你买咱靠近乡长啊，把迄个原来，伊怕算要做物流园区迄个部分，咱都打消啊嘛。啊，迄、那个七公顷，啊，甲我顶刚啊，伫回应讲咱宜山的建设，头拄咧讲宜兰河，咱来做合运观光。那现在看起来宜兰市的。啊，议员也有共识，那你们这边也有共识的话，原来我们就希望能够两边的车，一个停地酒厂啊，一个停地林家来讲啊，好用这里做合运观光来廊道来做运输。那这样周边来讲，它在发展上，包括大家地方关心的啊，五十 K 这古河道，咱都个整体要较完整些。哎、啊，我相信人在老家，但是后续我们还在做啊，大湖风景区的这个。啊，另外一个啊，这个通盘检讨，那事实上啊，另外在一部分的地主要一点，但事实上大体上应该是可行的方向在走。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为圆山好、哦、这个轴带做一些比较好的亮点配置啊，交通绝对是必要的。哦、感谢馆长哦。其实馆长你拄啊讲到的部分哦，过一部分就是首先啊先感谢馆长，进前咱的这个。宜山公园，捌一届馆长，你捌答应迄个防汛道路要拍通者吼。当然，你馆长你只是可能咱相关单位拍拼啦吼。啊，咱河川桥已经同意啊。
啊嘛伫近期内要开说明会，应该伫今年就要甲拍互通啊。哦，啊这嘛感谢馆长。啊，即目前就是讲，迄段若拍通了后，后续的，哦，迄个防汛道路其实路幅也无够宽。啊，我嘛希望讲后续接续落吼，会当拜托馆长是毋是会当进行检讨这个路幅的部分。哦，伫迄个即卖目前要拍通的这段，甲燕京一号桥这段，啊未来即拢拍通了，是毋是会当双德桥，佮甲接出来甲台七线，哦，安尼规线来，就规车就通啊伫台七线怎啊去甲金龙过去啊？我是希望安尼啦吼，当然迄个主任议员顶几位就建议讲，如果这黄信道路伊本来就无够宽，要甲做立迄、那个做高架的吼。基本上黄信道路有一点限制哈，当然这个部分咱来做这个较详细评估，因为安尼底下花了太多钱哈，虽然土地是这个河川局的哈，较单纯，但是遐个工程费用会较贵。啊，咱应该是安尼，那如果燕山乡要发展观光，我倒是认为，你来既然好起来，你爱好人行甲卡拉车行为主了哈。啊，你来讲车辆的部分，我觉得哪咱这个所在这么好势吼，不要让他车子到处乱跑。吼，我是觉得说，你规气可以停在固定的所在，啊，拢好行大条路。吼，那这样的话，对整个观光效益会比较高。吼，尤其你即马目前你来看，咱即马宜山啊，你的内城啊就好啊。对。吼，你来讲，让伊车伤紧走，吼，基本上遐人都赚袂到钱。一就是会当讲啊囤着，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在那边将那个内城旧国小，虽然迄个咱即卖已经无做下下使用，啊一部分是公所的财产，一部分咱爱甲迄个私人搁租，但是呢，我们现在发展另外一个形态的这个服务系统，所以底下咱就尽量鼓励遐游览车还是游街车拢停伫固定的所在，啊，互迄个乡亲会当甲用因的这种的。在地工具啊，来甲因使啊！你看即卖遐学生上、学霸上是毋是感觉？吼、哦、啊！我讲即个模式，迄、那个准备员有心应该当个甲咱在地即个社区讲，甲内城啊即个模式啊，佮复制。哦，当然咱不一定讲四界拢离啊个，四界拢离啊个就无特色。想看嘛，有甚物物件？那这样的话，我们把人带到了，然后地方要把人留下来，咱共同啦。我看宜山的条件要甲人留落来，无困难啊。哦，只要这个方法啊，我感觉这个交通的结构，你爱分做两个系统，是你要让伊行较紧的，吼、哦，迄种外环的系统，啊是咱区内自行的服务系统。当然，咱乡亲要行的，啊是咱的农产品要运输，咱这嘛是爱一个规划系统。啊，这个物件咱就尽量卖让伊相拍。安尼，我想对你关心的这个附近的交通也好。观光效益也好，也是整个的这个商业发展，咱再会当得到一个较平衡的发展吼。馆长，其实馆长你讲的迄是一个要发展观光、要留人的方式啦。不过我即马伫讲的，我惊是讲，即马因为车流量现主时，咱的东岸公园还未完成进程，咱的车流量吼，伫宜山大街甚至讲周围的这些道路已经拢造成塞车了。未来这车辆来去涌入之后吼，宜山乡会当讲吼，唔那是咱在地的这乡亲出门一个梦夜以外吼，未来嘛甚至讲有人会去一届了，可能就无想要阁去啊，因为拢拍界嘛。所以就是讲希望讲咱相关的这道路会当先行的规划啦。啊，当然它的疏导路线我们也要做一个很完善的这个配套，像讲馆长你拄仔嘛讲的，像台东落来。其实咱即马刷石车长堤路的边差不多即马无伫走，是毋是会当做一挂标示，怎啊好伫台东落来吼，伫迄个雷山落来的车，伫长堤路就好疏导，怎啊伫南洋大桥迄边过？吼、哦、啊，甚至讲伫迄边倒过来南洋大桥迄边，伊嘛他个疏导讲，伊若要去台东，怎啊伫遐来？吼、哦，大车嘛，当我伫菜车啊啥拢伫遐来，卖伫市区入面。吼、哦、啊，未来咱的防汛道路若佫建置好是加惠着咱在地的乡亲。市区袂行哩，咱就行遮就好啊！我相信讲安尼来，规个交通网络啦建置好，未来咱东岸公园拢建置好啊，宜山的这个交通才袂拍架。直接甲馆长建议一下吼。啊，过来就是讲，咱伫这个农社的这个新建管理办法上的
稽查上的认定啦吼。我是感觉讲有一寡部分需要甲咱相关的即个啊科学来讨论者，像景观池甲即个生态池的差别伫呾吼，田埂甲挡土墙的差别伫呾吼，啊种植草皮甲树木为虾米毋是农业行为吼？早期咱县政府伫十几年前嘛有鼓励咱即个农社会当来庭园造景啦吼。啊，甚至嘛有举办即个农舍的景观的造景比赛吼、哦。啊，对于一寡特殊吼、哦、景观啊，走景表现比较优异的，都还有颁奖给这个民宿业者吼、哦、啊，来以示奖励啦吼、哦。啊，目前看来，这得奖的人吼、哦，不见得就是一种光荣啊。啊，为什么迄个认定上的差异会差这多？我是讲要请教讲咱相关的在。局处长啦吼，为虾米咱即个早期啦，早期即个申请农舍吼，有也嘛要阁加即个休闲农场合并来申请吼。伊伫内底画图的时阵，都已经画一个景观池啊，甚至嘛步道啥。不过伫咱即摆现主席来认定，甲讲伊迄是水池啊，吼啊步道伊讲迄铺面袂使，吼这到底差别伫呾？啊，咱的休闲农场到底是不是农业行为？咱无咱请请咱农业处处长好不好？好，处长请答复。主席、各位议员、林先生，谢谢陈议员的指教。我想问你好，就是讲那个农舍的这个新建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回归到专用法律嘛，不管是农民身份的认定啊，或者是那个整体空间的配置啊，大概我们每周都有安排那个审查，让它进度更快哈、哦。那至于是说有一些认定上的问题，假设说、哦。我们都会针对个案，然后如果他是农民，真正要做一些农业的耕种不管是这个青农或是农二代，其实我们依据现场实际的这个情况来加以他的需求来加以认定。就说他如果是真正在做这些农耕的活动，一定会秉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啊，让他能够来做一些妥善的这个处理。以上。好，那处长哦，其实。其实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真正对这个农舍新建办管理的这相关办法，会当来稍微做一个些许的检讨啦。哦，因为迄有的去约束到的吼，是真正农民要起农舍吼，啊是讲都已经农舍起了，结果咱即马要共发的啦吼，啊是讲要共取地啦吼，啊是讲即马这个房屋税加成的部分，其实伤害到拢是真正咱在地这农民。包括加成的部分，若是加100%，就是一倍的部分吼。其实，那有机会，咱去甲思考，去甲检讨看嘛，迄拢是真正的农民啦。你陈议员他拄啊第几搞这个问题，我想啊，必须爱真清楚来做一个回应吼。那是伫休闲农业园区内底吼，休闲农业园区内底，伊会当做这个餐饮。还是住宿，伊只要原来请，达到他原来的申请目的。啊，古里头都要讲个休闲农场，哦，经过咱管政府许可，因为休闲农场是爱经过啊农业处来许可，才当去做营运吼。遮个呐，只要是伊拢达成这个效果，我已经讲过了。那遮农民，哦，遮农民你都是伫休闲农业园区，啊，是讲你都做休闲农场。也是讲，你都维持伫十分之内底，吼、哦。而且我甲你讲，即个月我都扣袂着。所以，你若有这种个案，吼、哦，他真的是农民，经营农业，啊，真正的农二代，啊，你拢扣的专栏。现在副那个秘书长家也组成一个专栏，吼、哦，咱这绝对袂去错杀，吼、哦。啊，你若都讲监管，吼、哦，监管就是讲农社的标准，其实迄个部分嘛，无遐尼困难，吼、哦。就是讲，伊伫十分之一内底，因为过去的争议是，大家拢认为讲，我若签迄个什么杂，那个什么农机系事啦，什么事，啊，结果他后来就没有照那个规定使用，所以你也都变做违反的吼，哎、哦，超过十分之一，当然是爱叫伊使用迄个部分，使用者付费，哎，我想你嘛会同意啊。就是伊十分之一内底，甚至我嘛请农业处爱去做一个认定，恁即马可能用单一的这个基地。这笔地750坪，啊，但是可能我外口还佫有一架地、几架地，还是几分地，
如果还是他没有超过十分之一，不能用这个单一笔来算。哦，我们还是要保障这个他真正的是农民，我其他还是在务农。哦，啊，这咱绝对无意见。其实我们这个政策在收敛的是配给的，哦，大家想清楚，配给的百分之一百拢甲做更低，迄种你绝对袂使甲农民同款。哦，伊也是讲伊都唔是农民，哦，啊，伊一定来遐大，哎，他的那个层次跟他的需求，他应该要付出他必要的这个代价。我想这个你都同意了，哦，同意。所以这个领导其中个案，你就交到这个专案小组那边审核。我们绝对不会，我讲过，我这个这个作业是已经是个末段在收敛，不是为了要增加财政收入啊。像我那个地税局局长讲的上对啊，你安那扣扣，管政府上计再分我这三分之一是吧？啊，百分之多少？40%，哦，啊，拢地乡顶起啊。但是我在这边还是邓吉利亚给咱们收个地方乡亲讲，这个从农地农用征收的税金，我们绝对会专款专用，用到农民的身上。我也希望将来财政处在配发给各乡镇的这个统筹分配的时候，也要加一条，指定这个各乡镇施工所一定要用在农业跟农民的身上。哦，这样的话，我们就符合这个我们在征收的公平正义原则。哦，好，感谢咱馆长啦，吼，啊，当然馆长的方向是真明确啦。啊，我嘛希望讲咱相关的在处事，咱承办单位吼，对真正农民伫审查的这個时阵吼，会当卖较严苛啦吼。啊，我相信咱馆长会出来点，嘛是一定是要打击这炒房，还是讲这唔是真正农民啊伫大龙虾的这住户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幸福宜兰的这个有机产业啦吼，啊，伫咱单位咨询的时候，我嘛捌请教过咱的处长啦吼。咱目前咱宜兰县的这个有机农业吼，有将近达到500家以上啦吼。不过大部分普遍拢是伫种这个稻米啦。啊，不过这500家吼，其实那伫严格来甲看吼，应该唔是完真正的这个有机的农业啦吼。因为若要达到有机的，伊的水质甲伊的这个地下水甲空气等等真侪问题，这严苛的这个考验，即有机农业我相信应该是定位伫优先耕作甲这个无毒的这个农业啦吼。啊，伫我嘛甲处长建议啦，就是嘛是拜托馆长是毋是会当考虑吼，宜山乡的香莲陂是一个真好的天然资源吼，真丰富的所在。伊迄周围山包着啦吼，啊，伊个水无甲外口个人来相染，伊个顶游佮咱个自来水公司划定是水质个保护区吼。我相信讲迄个地点来生产有机农业吼，应该是完全符合啦。啊，而且讲迄到伊啊生产个毋呐是即个稻米个即个种作尔，伫小菜类个啦吼，也是番薯吼、青葱。龙须菜啦吼，等等一挂油菜类的即个青菜嘛，拢有生产。未来只要咱政府呐介入来辅导，我相信讲伫遐，咱要搁生产什么款的作物嘛，拢有可能，甚至是水果，拢有法度啦吼。啊，只要咱县政府呐要来辅导啦，来带头，我相信遐居民吼、附近的即个农民嘛，一定会真紧就对外啊，来。先来开辟一个真正的有机农场，伫香莲陂来试做。我相信讲未来吼、用迄个点来拓展啦吼。咱宜山乡嘛真侪所在有适合的，甚至讲拓展到全宜兰县。啊，我相信馆长你的这个有机的这个产业吼、咱幸福宜兰的梦想吼，真紧就来达成啊！而且甲馆长做一个建议。过来就是讲咱啊，这个。阳明医学院这个啦吼，阳明医院这个，其实真侪咱的国民伫关心，就是讲，进前啊，咱蔡总统嘛有答应过，只要伊上职了这个部分吼，会来马上啊做研究吼，来个提升做啊这個、医学中心啦吼。啊，我是讲要拜托咱卫生局这边吼，啊，咱会当继续向上争取啦，伫这个期程甲时间上会当缩短吼。啊，避免讲咱宜兰县民长久以来吼，真侪
有危险性的这个病症吼，啊，爱外送去台北的时阵，伫这个路途来牺牲掉这个宝贵的生命吼。咱有一个医学中心吼，未来不管是咱台北，咱台北长久以来嘛，真希望讲有一间真好的病院啦吼。啊，然后一间医学中心，咱宜兰县未来咱的这个啊就医吼，都较袂有迄个烦恼啦吼。啊，五二空了后吼，咱蔡文总统就职，馆长就已经成为我们啊宜兰县跟中央对话一个这个窗口吼，非常重要的窗口之一啦。而且县长您也是我们啊党中央的这个中常委哦。啊，伫过去咱2000年到2004年，民进党执政，总是会当啊伫这个中央的统筹分配权，也是讲一寡建设方面吼，私底下甲中央来沟通来啊，取得真济即个建设啊，啊甚至讲伫过程内底哦，咱的北宜吼、哦、高速公路会拍通哦，啊咱即个省道、咱滨海公路即个规线的即个拓宽等等真济工课，咱拢看会出讲中央政府对咱宜兰县的即个投入的即个人力。甲挹注的这个经费啦吼，啊，直接想讲要听看馆长，伫2016年开始啦吼，未来馆长你还阁有2年外的这个任期，伫你的任期内，你有虾米款啊较大的建设，想要积极来争取，会当赶紧来落实完成。啊，馆长，请答复，因为你无得较真紧，有走去中央去啊，你趁这个时间赶紧的吼。台湾主席林副局长，啊，感谢总理机关。林副局长应该明仔紧甲我赶了吼。啊，我想咱应该是安尼来做一个较清楚的政策，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说明。其实咱即马中央执政，咱其实讲起来，一方面咱真欢喜，啊，一方面嘛真烦恼，因为看起来吼，这个。抓大尾吼，坑嘛大个，因为每个县市都嗷嗷待哺吼。我最近伫中部开会，我就看，大家拢虽然拢要争取家己地方的建设，不过咱宜兰县咱是会伫即个基本的原则甲态度来甲中央讨啦吼。咱头一个原则就是讲，即几年内底欠咱的还咱就好啊。吼，即几年内底欠咱的，我讲的讲欠咱的，就讲譬如讲，山脚道路这已经是延宕。那安尼算算已经八档啊，这延宕八年，甲过去的台九新都拓宽同款，这该爱予咱的嘛。铁路高架，这嘛是欠咱的嘛。杨大富伊升格，迄原来都编号是因公台掉，这嘛欠咱的嘛。这三条欠咱的，咱一定爱要求中央政府爱还咱宜兰人一个公道。这我讲的，这咱农民去甲人白讲，别人有我嘛爱有，这是咱中央政府欠咱的。过来就是讲，咱即卖宜兰承担一年遮尼大个观光量，啊，即卖雪山隧道塞车，这敢算咱宜兰县的责任俩？这中央的责任吗？冇责任吗？所以交通的这种的这个改善，除了他对我讲的铁路高架、山脚道路，咱宜兰县一年来遮济人，我们的在内部的公共运输，在内部的交通系统，好、哦，或者是。咱宜兰要招商，大家物流的需要，所以咱的台二线吼，啊会当来争取一条较好的物流的这个动线，吼、哦，包括石鹅港，咱即马应该会转型，包括沙鹅港要通，啊未来会造成地方塞车，这拢是地方中央的大建设造成咱的风险，包括像头都黄素琴议员讲，啊两个崩坑，啊。拢伫咱宜兰县内底，啊，这种长隧道的这种这个重要的这个紧急事故的时候，大量伤亡，也是咱这种紧急救护、紧急这个公安的事件，这嘛是中央委托咱做的，所以伊的资源要到位，吼、哦，啊，咱管理，因为咱这么散，咱的消防局，咱嘛十年要扩充到一定的人力，所以基本上包括整体的这种。消防救灾，现在的极端气候或者是这种随时会发生的这种的天灾，尤其是地震，
那如果说咱宜兰，哦，无法度讲甲北基，因变作是同一个生活圈，但是因为路咱甲因较接近。那花东来讲，因为虽然较接近，但是资源伊拢比咱啊，甲咱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需要上面，哦，紧急应变系统所需要的这个资源，还是各种的这个条件，接过来就是讲，咱文化建设顶头。全台湾来讲，咱宜兰承担这么大。那讲全台湾的这种有在地特色，包括咱的管乐团，也是咱三年前处的传艺中心。这些年来，那我们继续在承担这样的一个这个重任的时候，所承担的费用拢咱家己伫负担。中央因即嘛地文化建设来个内底，你爱认同本土，也是有泥土化的这种的基础建设，伊敢免甲咱？搁较侪这种诶资源，啊，甚至咱会当做这种示范计划。啊，其他若讲咱即马讲新政府有几个重要诶即、這个社会安全诶工作，包括长照，包括即、這个即、這个治安，包括各种诶即、這个需要诶即个表现政策诶部分，咱诶基础在完成。咱即几年准备着当，咱诶基础诶计划，咱拢准备伫遮等，只欠东风嘛，吼。所以中央来当予咱适时的资源，咱都甲做啥？做一个工就好啊。伊所有要做的示范计划，宜兰县政府要有迄个能力甲承担去甲接，我要来做示范。好、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竞争型的计划，还是讲相关的计划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咱目前采取的策略。这个政权交接进程，咱就开始启动一个专案计划，有几条案。那让我专案小组的准备哈，那我们就分别会在下个月开始跟相关的部会要做专案的报告。上要紧的是，咱来做好准备啊，咱旁啊这张菜单提供，你都给我这些菜，我都花多差出你要爱好的菜型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现在在积极准备的了哈。啊，当然，地方的较小型的这些建设啊，是讲基层的部分，咱只要这些大型，咱原来是承担。较重的这个部分，咱能够调一寡倒转来，咱未来云施到各地方做这个农路建设、基础建设，啊，当然地方上关心的治水，这個、一定是中央政府哦，两年260亿内底，我们现在列入第三阶段的整治。就咱云山虽然较关平，但是50K的征地，咱还佫一寡细项的这个溪门，咱嘛是爱处理好，吼、哦，包括南洋溪。整个的这个政治甲相关的作为，吼、哦，所以这我想，这个计划其实宜兰县政府即马咱部门的计划拢已经准备甲差不多啊，吼、哦，只差讲咱安那来甲中央争取到迄个好的时程甲好的时间点，吼、哦，咱会当来做，吼、哦，以上。感谢咱县长。那个他都要陈议员，你讲迄个有机的部分啊，我已经相连比迄个部分地主已经毋是伫汇集。啊，我希望讲地主这边吼，因会当招，即马唔知招偌济，我唔知啦。啊，按照咱即马议会通过的有机农业促进条例，那农业处来讲，我们那里面有一条，我记得还没有错的话，是要划定专区嘛。如果说家地主来有超过一半，那农业处就要赶快就去给他划定专区，只有一个公告，我们专区划设以后。有专案的资源，也有专案的这个辅导工作。啊，相连比你若要作为云山乡一个好的品牌伫山头，我想未来过落来，咱的土地即几个好的所在嘛做会起来。好，我想这个部分啊，那个农业处应该就比照市南计划，要把它赶快列为专案。我伫遮要讲的是，回应陈议员所讲的，这个案，他今年就要把它列案。那你后期会都要甲监督，讲有为这个有机专区了没有？啊，地主当然这个部分我知道有几个领袖在聚集嘛。对。好、哦，你遐聚集呢，超过一半的民间，那这样将来我们就可以做，因为今年的农业处它有个宜兰原选啊，它用宜兰原选去包装了哈、哦。不过这个部分应该要有更有系统去做，起码已经五月底啊，伊若还未开始招遐地主开会，那速度就搁慢去啊。哦，遐大概甲水流无关系，迄顶头拢是迄落拢做这个旱作的嘛，吼、哦，而且拢是
一部分也可以做水根的植物，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赶快来辅导，因为咱即马推广有机农业，他对你讲的，两个部分啦吼，生态农业当然那个部分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呢，近日有机认证，你讲迄五百几公顷，一定要转型两年，土质甲水质拢要严。哦，所以那个部分是不能怀疑的，对，因为那个标准不是咱定的了哈。那如果说那个有机专区划设了，将来的土壤跟水质的检测，我们也有专案的那个经费都可以协助。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请陈议员哈，我知道你跟那个在推动的几位地主都很熟悉，请快那个同意书都拿来了，只要超过我记得那个规定是二分之一是吗？二分之一。我们就来划设，好，好不好？好，好。啊，过来就是这个教育政策了吼。其实教育是这个百年大计了吼。不过在过去吼，我的年代读册的迄种教导的方式，甲即卖看来是完全拢无共款了吼。以前可能就是拢教条式的吼，啊，甚至就是丁条，不时就是丁条伺候了吼。啊，自从咱推动爱的教育了，就看袂出讲啊这個。即、这个算讲定调啊，是讲拍囡仔即个现象啦吼。不过，伫现主席这段时间，咱来看吼，咱的教育其实我感觉差真济啦吼。即、这个尊师重道、敬老尊贤的部分哦，差不多伫即个时代已经看无啊了。咱看到常常即个社会事件出现真济即个脱序演出的即个画面啦吼，啊，甚至讲即、这个。哦，随机杀人啊，是讲像最近过迄个弑母的这个案件啦吼，真济吼。我感觉讲这伫教育方面吼，咱可能彻底爱来做一个检讨。过去有联考，认为讲，这个联考伊伫筛选这个学生啊的这个机会吼，是这个比例较少嘛，变讲未来要读诶联考了，透过联考要阁读高中，要阁读大学的。哦，这部分，哦，可能就是十个囡仔，可能一个啊，两个可能考会掉，啊，是甚至较侪五六个也考会掉。不过即马诶教育是差不多有想要读的，差不多拢有下校啦。所以迄个囡仔变讲，你读册过程内底，小朋友可能他对于这个学习过程他不会很重视啊。所以像那天处长您，我也跟处长您讨论过，就是说这个试学习制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像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体制都希望说我们能够纳入检讨哦，来跟教育处那边教育局教育部反映一下，说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这个这十几年的这个教育制度，是不是要再做一个调整哦？因为现在学校也太多了，有一些学校甚至在招生上可能已经没有学生可以招生了哦啊。其实，那是讲这个经营，倒不如在学校方面也可以筛选一下好的学校留下来。如果招生比较不容易的这个学校，也可以做停止招生的这个动作嘛，哈。啊，这个部分再请我们那个处长这边再努力看看，然后看能不能这个教育方面再着手，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好一点，哈。过来，馆长就是讲，咱这个行政区域调整啦吼。我迄天处长，我有甲你讨论过吼。其实处长，你迄天甲我答复，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无法度阁甲处长你请教。乡镇市里面行政区域重叠，还是讲错误错字啦吼。过去咱早期的这个行政区域的划分吼，那要伫五十年前，可能就是。哦，这个竹路啊，啊是讲一条水沟啊，哦，啊是石头路啊，哦，啊来分别讲这边就是带一个区域，带一个区域，哦，啊现主席嘛是同款啊，一条溪真大条，迄流了差不多三十米宽的溪，迄个步伐拢做好啊，防汛道路嘛拢做好啊，结果一边，哦，比如讲伫燕山边内底，竟然有搭溪的门牌的徛家徛伫内底，啊燕山的厝嘛有伫搭溪边。哦，啊，甚至讲伫即个宜兰市这边、甲七贤这边嘛有相接，哦，啊，大同甲宜山嘛有，这内底有的是地级地段，只要调整好就好了。有一些就是门牌再整编一下，
就可以了。可是这个部分涉及到乡镇市的话，应该是要由我们县政府民政处这边来主导才对啊。那一天处长您跟我说是乡镇市下去处理就可以了，那是没办法的啦。你宜山乡要去到宜兰市讲，要去到台东讲，哪有不爱跟你讲嘞？对，所以我感觉是爱咱县政府这边主导才对吧？处长你认为的，是不是安尼？啊，处长请答复。迄刚讲的是迄个圆山头份村跟永和村的那个村界，那这个案子乡公所已经在做处理。哦、没有，还有同那个同乐也迄个跟龙潭。龙潭村，礁溪龙潭村，哦，对，跨乡镇的部分。上次你提到那个，还有一个是圆山跟宜兰市，对对。好、哦，那个部分我们也在调那个早期的相关订门牌的资料，还有找两个乡镇现场会刊在做讨论。好，这部分再拜托处长您这边下去主导了，看能不能就是有争议的部分全部调整好，因为安内你像有些。路顶海点啊，加路海要找人，人无爱甲服务咧。因为伊甲你讲，你去到遐看，结果你伫燕山街内底，你的门牌是打客，安尼要安怎甲你做？哦，啊，这会变成讲会产生这个民众的是种啊，迄个疑虑甲迄落啊啦，是讲请咱处长这边会当带合作啦吼、哦。啊，以上啊，请过来，我请咱张明华议员。哎，大会主席、馆长、各级处长，大家午安哦。自从雪隧开通以后哦，咱交通的便捷依然已经不是啊，台北好啊，啦，入去大台北生活圈啦吼。当在中间，我知咱馆长嘛要带咱宜兰啦，要走向着进步的城市吼。当然，进步城市中间一定要透过改革吼，啊来这个手段来做走道来处理。所以讲，咱讲政府部门提供咱的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生活境，咱的百姓就叫做政策法令，啊来对着政府这个土地来拍拼，这是真正常的。改革是一个进步啊，当然一定有反抗的声音啦吼。啊，但是咱百姓要守法，当然中间一定加一些不方便、甚至的受损的所在。所以这家吼，为什么要配合咱管理的勇气吼？因为自去年四月以来吼，从这个民宿的申请。为这个农社的这个新建也好，爱伫甲今年啊，咱农这个农地违规加税问题哦，这一再啊，拢是为着啊土地公平正义也好，为着一切解决来，所以这拢是非常无简单。但是我敢讲，这段时间以来，可能县政府感受会到啦，就去年四月单，其实咱县政府建构好的团队哦，好像没有完全跟上，然后造成我们要往方向正确方向走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枝枝节节跑出来哈。啊，造成了我们的美意就被打折了哈、哦，被打折。而且啊，各路农家时阵哦，我相信农家行为对三省也好，对东山也好，对国家也好，影响上大。伫进前，我去旧年时嘛，曾经甲咱十四时要甲农业处这边，当初咱处长是另外一位哈，讨论着讲，真简单一项，就这个农业自在市的申请的时候，中央的法令并没有特别硬性规定，大用什么样的。啊，材质的东西是新建的，但是偏偏咱今年县政府有一个委员会特别都要求着，啊用着咱的啊大地处方式，咱所了解着，咱宜兰县是多风台，啊嘛潮湿多雨的天气啊，大地处对宜兰景观是影响非常大嘞。咱一直强调讲咱是一个景观诶观光大县嘞，结果伫乡镇内底是一寡只铁标要往咧起起来，非常是无好的。第二点，我迄天特别问讲，其实咱两个处问是讲有多久的种树量的行为，无一个坚守，甲咱的处长讲以后咧做产，无了解就拄仔讲，咱因为气候特殊关系，咱的肥料也好，啊其他的器具放伫自在市场底，是袂同意安尼烧冷，啊佮潮湿肥料都一定发掉，都无效去，都了去，佮老多个风台，但来时阵，迄铁树吹出掉去，啊对农民。何以清？真何以堪呢？拿着红太来吹了了，哎，不但气，以为气质较好，嘛无多。因为什么？我们的要求的品质，是那个建材的那个材料问题。为了什么？多讲哎，大家拢惊嘛，防备心太重了，都设定咱的农民后边做什么代志？自那讲啊，这里以自我为主这种观念太重了。啊，你讲安尼后边咧要哪去
啊，引导其他较少年的农民，也是讲有心要来创造咱农业行为这农民，去做一寡咱室内往事这种耕作行为，然后其他无人敢投资啦。我拢话你限制个时序上加，而且我要请问两个处长，咱即马咧申请这个案件底，拢啥算个月，无咧算较早。咱我记你即起案件拢啥几礼拜，还是几工，拢当算十四工。我记以前上早咱公文一寡先流程再走，再申请十四天左右 就可以了。真简单一项农业的农业自然是申请，即种自然是也好，不管农业种啥好，拢要算个月以上的。这些弱势农民，伊本来就袂晓，拜托外口人去申请。外口在代造业者，若甲讲一句话，啊，无多，伊个县政府都拢调动调西，所以无你才沓沓来。有当时因为着大只物件要配合啥，配合这耕作期啊，有每一个啊，咱个农产品拢有伫特定个这个啊时间性啊落去耕作，但是有当对袂着，嘛袂当用哩。所以咧，只要是讲，我请教农业处长，对我拄个讲这個。农业制裁式的这种先建的那个材质，能不能去思考？因为中央无规定哦，定无规定，是伫个咱家家己特别严格规定干呢？我落去有可能会当去变化无？谢谢张议员的指教哈。这部分阮内部有做几下个讨论哈，就是讲，原则上就是讲咱一寡农民，因为伊考虑到风台，也是讲这个，如果是干果的话，容易锈蚀嘛哈。那它里面放的东西，如果是说比较属于怕潮湿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材料上就会同意它用 RC 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你有没有经过讨论？就是说，如果它有原则上是不是 RC 结构，但是它如果特别的需要，或者说它堆放的这些肥料也好，等怕潮湿，所以基本上它如果可以这个需求，我们还会准许它用 RC 结构来处理。这个部分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子来做处理。但是外口目前嘛是拢这个观念，拢是讲观众拢要求大力做。好，我相信阮所以凊彩甲问一下拢共款。这个部分实际上来认定。我总很难讲，我是建议咱，我当天整个那个审查会里面，我以前你要设这个审查小组时，我就别个拜托恁讲，莫讲干那咱局内底咱府内底只个啊局处长以外，恁家己无是在从事农业行为的人，能够接纳一些真正在从事农业行为。啊，是讲农会人员，然后你工作，知农民你工作中间有啥物件需要，我需要啥物空间，会当来做恁伫现在合作。但是并无那这种成员，是讲管定会当要求咱处长这边，在这种审查小组成员里面，真正纳入一些有在城市从事农作耕作的人呢？管定你看怎么看？现在成员除了农粮署的这个有派员之外，其他都是我们内部的。相关的局处的同仁，对吧？我记得我们在收敛的时候，副管六的讲过一句话啊，甲乡镇的区委开会吼，像恁国所拢知影，上级做农民，上级不是农民嘛吼，所以你这个部分应该把农乡镇公所的那个代表纳进来，就是管农业，因为你后刚迄个现场的稽查嘛是要乡镇公所负责，干不起来，这个好像没有交接好，我以前顶个都安尼有检讨啊。哦，当时那个小组就是不要说只认定是我们管境户来包的人，把乡镇管农业那个部分，说必要的时候就请农会的那个负责推广的来参加嘛。啊，所以这里部分农粮署老实讲，他能够管的部分不会比乡镇公所更清楚，所以你这修桌堂去盖，我堂要求来盖。所以讲，我把这个这件代志，别讲拢。这个也请我们那个计划处列管，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收敛，那时候在去年应该去年嘛，那已经公告这里挺多啊。啊，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不晓得后面发展我怎么怎样哈。啊，另外就是讲，既要是农民要需要，我们上次讲最慢就十四天嘛，今晚到底多久？我也请计划处看一看这个申办案件，我当时就要求十四天来得一点。你会使甲袂使，你就是十四天爱讲答复。哦，这个部分，因为有一些过去因为承揽的建筑师啊，是讲迄个委托的人啊，伊若案件走袂去，嘛拢怪伫管政府来。所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互外口爱清清楚。哦，所以我们整个服务的部分，现在那个请秘书长一地出力去嘛，这个叫做我们征税的这一块啊，怎么样真正的为农民服务？迄个部分啊，秘书长你嘛会当
伫这一两礼拜内底甲整理出来，把这些样态整理出来。这个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就分别给各位议员一份哈，同时要给相关的那个农民的跟各乡镇市公所。这咱已经收甲差不多啊，而且未使伫执行上阁有这种枝枝节节的问题啊。对，感谢观众。所以讲，都讲到这点，我咧讲，拄下我都观众咧讲到重点啦，效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即摆民农民就讲，无去咱泉州呐，平常无讲呐，伊拢都接受，都接受。但是摆讲即个时间上哦，拖足久个啊。咱即摆这个效率差足济，一个案件挂二万块，挂咱排电去，可现场新早搁开，新早开个煞，泉州伊上两礼拜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即个部可能程序上还要再请咱出农水这边搁调整一下，搁调整一下。另外是讲即、这个关于农地即、这个违规吞土个部分哦，我记。伫去年不是有甲咱县政府、县政府反映过，就讲因为出去咱的农社的核准分做三阶段诶，产生吼，头一个是比在早期即个算讲起伫较特殊二十米起建筑，尾啊后来就是讲农路部要取消，变七十五，尾啊过来就是即摆咱十分之一在角落这个部分吼，就是三个太阳嘛。当初我甲县政府要拜托，咱这个一寡起农舍无农路，也是七十五公分的农路部分，会当互补充路。这个部分已经，咱农事已经有开始咧接受申请啊。咱百姓嘛真讲会当接，嘛真欢喜哦。而且嘛，不是感谢县政府会当做这个改变安尼吼。这是拢伫个中央这个农事一个法令里面的，我们没有再另外再去设法，是这种法令里面的。而且我把杜兰杜来讲违规农填土的部分，是讲是毋是讲如果。当时咱一个观点是讲，因为伊要过路，所以土石树啊堆起来，伊就违规啊。人个观念讲，我既然违规一点仔囝，我规全部违规，拢种观念啦，拢种观念。所以讲，目前咱农事啊，农地内底啊，佫有违规吞土内底哦。除了讲农路即种以外，其实是毋是在伫中央内底有一个农业整个农业农业设施40%里面，在目前前段的部分，叫做农地的，它有填土部分哦，能够哈。用这个赛护场名义来让他来不申请，先来讲，因为如果伊来当用咱这个是中华两地规定，蛮是咱家己创设的，安尼来辅导伊吼，朝向合法部分来申请，后段部分他如果有违规的部分，要求他全部恢复农业行为，全部伊有动作就来卡掉，伊然后吞其他违规吞土，请伊甲土位起来，遐土位起来就送去三星大峡谷去吞土啊，哦，安尼时阵，这个头前规伊去伊有需要用到所在。咱若伫法律程序内底，买到有得定当替伊家到辅导，就当解决一个问题。我是讲，违规农舍这填土的部分，会当在法的城市里面，能够救多少算多少。后壁当伊也不要去回到倒来，要去正产，还是正产拢无要紧。他通过当用咱伫法内底有法定当咱运用部分，会当来辅导他，较袂讲因为伊着一部分小违规，啊，我拄讲啊，全部来违规调去，安尼总是比会当个改善较赢，尤其是。咱会记自古早都听文化，这个吼是早期咱伫咧庄脚底拢一定有个吼，就当时会曝些菜脯啦，啊，然后曝蒜子啦，啊，然后做豆子啦，搁做曝豆子三分袂，曝土豆啥，这拢是无一定是曝切啊，吼，拢这种行为。啊，这都听文化自然嘛，做成人甲人种种一种特殊的文化伫哩啊，是毋是讲啊？像讲怎话，当伫咧这甲当甲咱农事这边监督看，伫咧在法的东西里面，如何能够让？现有农舍它的前段或是两边，能够有一个合法性的填土，从赛护场观点去推动它。因为咱宜兰县的农地经过中围了后，拢是无宽，拢会，但是拢真深，拢几百米深以上啊。所以伊伫头前运用到整体的面积可能未超过甲，可能顶多是四分之一多而已。后面四分之三座左右的部分还是可以恢复到农业行为使用，不过放长嘛拢无要紧。安尼时阵吼，能够创造百姓会当去有一个伊需要空间，咱的政府嘛当来甲这个物件来处理掉。安尼时在共同来辅导这个方向，好安尼吼，咱大家能够创造双赢。咱这个农地违规部分，当跟减少去安尼，是不是？你有法度朝这方向思考哦。感谢明华机关的指导吼，咱这分做两个部分。如果伊真正是他对我讲到一个重点，你他对我有听我的回应，尊务议员。如果伊所有农地跟他这边，好、哦，这边你讲要用十分之四，迄都不合理啊！哦，你安尼都超过啊、嗯。
如果这边再加其他的，它总面积也没有超过十分之一，都一拢得要不哩济嘛。啊，咱这边拢算单笔的嘛。好、哦，咱回到咱原来依照十分之一，伊哩十分之一内底，当然咱这边鼓励农地啥哩啦，尽量要透水。好、哦。填土的这个部分违规，它这个叫违规啦。伊若跟他填土，安尼算违规。但是伊若干个四十公分，都应该无算啊啦吼。所以你讲的这应该是伊个地基拢准备管啦，应该拢超过四十吧。那这样的话，这种情况，我觉得那个请那个赖秘书长这边对讲，咱考虑普遍大家使用的情形吼，普遍使用情形。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容许。但是我都讲，伊若一笔，伊拢弄干那一笔地，吼、哦、啊！你迄要用30%-40%，我感觉迄较无合理。哦，迄种可能你就是，因为迄以前咱弄迄个70多公分好一笔，啊，你讲的全部都填了，哦，那你用这样的比例算给他，老实讲那个也不合理了。哦，我感觉对讲分寸两部分，伊若是真正，吼、哦，真正这种的，那另外呢，农业处还要再做一件事情，他都啊。朱立伟嘛讲到，就是讲，咱起码大家在讲，我农舍新建以后，我需要在农家，就农村的生活里面，我必须要搭配什么样的条件、环境的条件，哦，哪一些是可以有草皮，哪一些可以植树，不管是果树还是一边乔木，哦，还要标准。嘿，过去新政府的时代推动迄个农舍，伊都几种标准度，互你去，啊，他也有，哦。你一定的比例，因为早期是农地十分之一。我那阵啊，我厝是安尼起的，但我能诶教我地再起，哦，无卡一分地，所以迄个比例算讲有一部分我通做这个小花园，哦，啊做这个啊绿篱。那这样的话，标准把它出来，哦，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推动农村景观，也要做。现在大概都在收敛，先在管里面，但是服务面的部分啊，电工。秘书长就讲，服务面的部分也未做够，这变作是算讲，阮即马官好神的官也未付了，吼、哦，即马也未付未过吼、哦，所以这个要服务的这个部分要赶快把它建立出来，安尼大概才有一个依据，吼、哦，安尼我想这个部分收缩的，甲即马甲这安尼就算上尾啊了，吼、哦。OK， 安尼感谢馆长，拄啊咱讲到这个农业部嘛，是讲咱去年今年绿色博览会所主题的良心嘛，吼、哦，所以食安真的是我们重要的一环。啊，当然啦，咱拄啊一直讲到，咱早去年咱讲，咱无希望农民去卖农地嘛吼，就是讲，会当地农业行为内底，当提高伊个收益吼。可能咱拄啊嘛，甲馆长嘛，甲主任委员讲到，即个有机农业的问题吼，是毋是讲，虽然咱去年有通过即、這个啊有机自治条例这种法条内底，嘛有一挂啊民政补助即个方式吼，是毋是馆长他刚刚大胆的，规宜兰县全部宣布拢进入有机县啦？因为咱的地形较特殊啦，咱宜兰县两边都山脉啊，对，中一个啊南溪嘛，过来就滨海啊嘛，只有甲其他县市拢是隔绝的啦，拢隔绝。反正去年咱最近这几年嘛，拢咧履行着咱南溪这个净化的行为，包括这个清洁啥物使用啥，这水质已经控制甲全部真好啊。甚至我都甲宜兰县规全面拢个从来处理做有机关，拄啊你强调讲咱收着遐。加税收遐钱，也要当重视专款农业、第一农业行为底。无要紧啊，你嘛要咱有机关就尽量个补助有，让农民去做有机行为，提高伊收益啦。其实啊，边外议员指教一点啊，咱伫小弟第一任的时候，阮有画出一个有机新宜兰哈、哦嗯。有机的这种生活，其实它分很多面向，农业生产其实其中一项啦。啊，迄嘛是回到讲叫做。生产、生活、生态，吼、哦，三生共构，啊，这基本上咱伫行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不变啦，吼、哦。所以今仔日咱的话安尼就表示讲，咱宜兰过去伫环保立观，好山好水，既有这个环境的品质，大家给我一个信任。所以我为什么讲，大家对新新闻迄篇的报道，我呢必须要提出回应，因为咱已经甲大家讲出咱这个品牌的内容，甲咱共同伫维护这个品质。啊，如果这个品牌形象去被破坏掉，伊毋是跟他损失我个人的形象，哦，损失咱所有宜兰县农民后工要推动生态农业，尤其有机的产品，人都会甲你怀疑啊。人家无法度带你种的物件，哪会吃哩？所以基本上，为什么我会提出这种严谨的立场？这个是有关系啦，迄毋是民主问题，迄是关系到咱宜兰品牌的这种的信誉啦，吼、哦。
啊，头拄你讲这个部分，有机新宜兰，咱发出来以后，咱就推动一个有机农业促进条例。咱念出来希望讲各项讲，成立有机生产专班、有机村、有机乡到有机县。啊，当然你要全面有机啊，确实有一个困难。咱即马物水下水道才开始伫建构咱城市型的吼，所以咱有规大这个系统伫做，因为咱的水源，上游的无问题啦，他都要像尊务议员讲，伊个双连比绝对顶头无迄个问题。你过来落来个中下游，南洋溪沿岸，如果说我们在相关的水质监测都能够控制到一个品质，也没有问题。但咱其他的部分啊，咱的生活废水，吼、哦，生活废水拢流入咱的灌溉沟，所以你若讲要全宜兰县拢实施，讲实在，十年内底可能要达未成，因为迄个水质、土壤。可能拢袂过，因为你所谓这个有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土壤的品质，啊，你的水的灌溉吼，水的灌溉你拢一定爱拄着吼，所以咱基本上咱你看咱五级大基尾迄嘛是因为伊伫吼一个较独立的这个环境咱来做，当然这个部分咱希望讲没有受到生活废水污染的部分，只要在它水源。或者环境的区域能够确定，咱一区啊一区，哦，一角啊一角来个区分，让大家感觉迄个所在袂歹，迄个感觉袂歹。啊，大家若感觉讲，这种的生活品质是咱来追求的，生产的模式咱来追求的，慢慢大家就对外去啊。尤其即马，佫有一个较好的一个指标的产生，就是讲有机生产，也是生态农业生产的经过认证，计小跟一般惯性农业产品，它已经。离开了，你像米就好，起码，那你哪讲会当得到认证，差不多三倍吧。嗯，对。吼、哦，三倍嘛，吼、哦。啊，所以咱进一步呢，像五级，你哪讲起码，咱的这个这个高山地这个部分，希望讲这些农民，因为咱起码五级乡公所嘛，伫辅导时规嘛，吼、哦就是嗯。啊，这个认证，咱来当讲啊配合咱。啊，我们现在有机肥也有补助，那这个生态农业，如果那个区域能我们能够划定。这样的专区，第一，遐农民嘛较有保障，因为咱甲河川局要求就是安尼嘛，吼、哦，伫河川的区域，伫种植的行为会当达到咱这个标准，咱不只是爱保障伊底下会当耕作，咱阁会当有奖助，甚至伊的产品，咱拢会当改啊，这个有系统的，吼、哦，转那个帮忙做行销，甚至我们就可以跟他认购，那这样的话，我想那个效果就能够达到了，吼、哦。好，感谢馆长。像希望讲，就像馆长讲的，人若看到咱宜兰品牌农产品，伊就放心他家任宜兰这两个字，就是说，哎，没问题的哦。啊，咱农民的需求再好就增加了，吼、哦，就增加。另外是讲，拄啊馆长特别提到讲，啊，新新闻这种偏颇的报道，吼、哦，也是大家拢真热烈在讨论啦。啊，我相信讲。啊，保护自然环境是大家共同目标啦。当然，啊，伫产业生产开发点甲环境点有所冲突啦，这难免不了。啊，就是讲最主要是也是在管理，即个管理的监督机制的问题啦。像美国、欧美国家，我相信因嘛是有这种咱讲矿的问题、工厂的问题，啥拢有。当先来当甲咱管制甲少年好，唔是讲因国家拢无遮嘛是有啊。这是管理机制的问题啊，这个监督。所以讲啊，我相信讲。一寡山东产业主人无一失控背景存在的因素啦，吼、哦、啊，那未使嘛，我相信这一寡传统产业伊所派到的嘛，几个千个家庭啊，嘛几个千人生计啊，包括伊讲李议员署长伊伫啊媒体话声讲，伊要拆脱啊，甲华联话停起，结果第一样伊水改啊，伊改讲干那伫迄个啊国家公园区里面要做一个修正而已，所以讲产业啊甲主人中间这个产业冲突一定。还有一个平衡点，因为这还佫关系咱啊对这个产品的需求，甲咱人本身啊这个整个生计的问题了吼。所以讲，我是讲，真侪物件拢是要管理的，包括讲啊最近第二看到讲啊矿业这个问题，我相信任泰顺你大家讲去，我迄间我看到咱一寡媒体报道，包括咱的啊陈局长马地媒体的地方，可能看到这个任泰，迄个矿场，我有去过，真正有影是啊乌白母吼，但是。我甲讲，我要请教咱农业处长，我去所有矿业申请时，咱拢有要求着伊，要做生意，就是这个水保的这种生态的这种规，你讲，咱有一个
罚则机制，甚至咱阁手摕着因的保证金内底，难道这咱敢执行到无彻底吗？今个做下个这样一个问题，处长，武器在咱手底嘞，不是咱地方政府无得做，一定要带中爱中央的。其实那个我们有个三个小组专门在审查这个部分，而且那个整个程序还蛮严谨的，严谨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在做比较彻底的把关。对啊，但是我讲的用伊这种行为已经是，所以这几天所有人都解决问题，不是讲啊一天两天的发生，是不哩长的时间。啊，咱管政府作为讲无拢无其他的管理制度、管理机制下去监督去处理去开发什么，拢无去做这嘛。哦，这比如讲，咱的管理就产生状况啊，哦，状况。所以讲，啊，面对着这个偏颇报道哦，我是希望讲，啊，咱会当讲，卖讲这个产业，甚至讲有人创建讲啊，这种物件拢要持续去关起来。我讲这就是不大对的，因为我都讲，除了如刚刚先提以外，包括生计以外，产品的实用度以外，包括着没有世界地球公民的观念啦。不是讲这个物件，你咱家无，你落去给国家进口就得好。在他的国家是产生损害，不是讲语言好、台湾好，啊，全地球拢好才好啊。地球若无，你语言好、台湾好嘛是等于零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任何的这种生态自然白环，一定要世界地球公民的观念来存在思考才对。至于在我们这边需要生产的东西，而且要回到我们的管理机制强力监督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任何进步国家拢赶快啦，拢比侬赶快，啊，拢有这情形。袂使讲，像讲，今仔其实污染上大啥？开汽机车在路上跑，排烟的问题，捡起的扬尘的问题，搁一个上严重，大家拢无去注意到。迄个物件是不人体拢无得排泄吸收？咱轮胎产生摩擦的那个橡胶粉屑，即咱是不吸入来底拢无得排泄啊？掉咱人体底嘛无得溶解，毋是讲像咱去吸到土粉，搁另外讲，那迄个土嘞啊、哦，所以讲。不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开车啦、啊、不骑机车啦、啊哦、所以讲一个产业的部分，那是要去监督，要去处理得到，不是讲用一种啊不要就丢了，我不要它在这个存在，啊你其他国家的人民愿意承受吗？愿意承受好的成果嘛？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回到真正世界地球公民的观念。啊，那些报道内底遐人干话是喏，因伫台北天龙国人来，我是讲伊嘛是好，等于台北天龙国可能较好啦。我讲这语言，这种对咱语言，这种污蔑，这种心态吼，我甲讲，甲咱几啊十年来，安尼大家拍拼，这个成果，一时间甲咱磨灭，我是觉得非常不能忍受。我讲我伫语言遮活生活四十几年，我感觉足好个啊。尤其是咱即几日从馆长来，对咱所有地方的这生态保育，拢做甲非常好啊。嘛，大家拢一直拍拼，要向前行。所以讲，拄啊馆长你讲啊，我如果对媒体看到你强力的发声吼，发出那个声音。抗议的行为，我就甲反正甲讲，甲俄罗，这确实是爱站出来讲话，尤其是你代表咱人民的咱的国民一家之长吼，啊，这是一定爱吼，一定爱。而且我把感谢观众真正为我们发声了啦，发出这种声音吼。发声起发声，对，发出声音嘛。啊，而且同时，我是讲咱这个交通的部分啦，我要请教咱的那个虽然今这个处长无来，但是我心里我知影，你要经过交通科的部分吼。咱即马整个县内交通拢非常的即个县长伫推动着啊四纵六横这种交通网络吼，啊尽量要改善咱县内即个交通诶即个问题吼，包括种啊一寡即个啊瓶颈啊，拢尽量咧开在消除掉。但是讲，人家既然吼车若无开，敢咧无较安全，这表示我们在这个接驳型的状况里面，还是没办法完善的处理啊，无得去完善。哦，包括讲，咱搁看到讲，真简单啦。你讲出去昨昏倒去，你若假日你讲，咱今日去乌龙坪也好，要去庙也好，要去甚至要去大进村内底啊，都拢塌干嘞，塌干嘞。哦啊，卖讲搁真正讲来讲重大节日啊，对这种接驳的这种思考模式，咱虽然即摆无像即什么台湾好行公车啥物事开公里这种开发开销价，但是好像那个时间点呐，可能一些不够，是不是讲咱？结束这边，我有啥物其他思考方式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在假日的时阵，特别日子，我到底各处广设停车场，让真正解决发生功效，同时能够提供良好的解决资讯，这方向你行无？好，请答复。主席，谢谢张演讲哈。
那从去年元旦塞车开始哈，那县政府这边跟交通部其实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哈，那每一次的这个连续假期的前后哈，都会针对这个交通疏运的措施来进行相关方案的一个研拟跟事后的一个检讨哈，所以在去年大概在春节前我们也发现了说，其实很多外地游客开车来是因为我们到县内的这个接驳系统在假日上面的这个能量比较不足，所以从去年的这个春节前，我们就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叫做红绿线的这个假日的接驳公车，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北向有一个红一红二的这样子的一个干线接驳系统，那大概是会有一个15分钟这样子的一个密度来运输接驳。那另外在这个东西的这个到各景点的部分，西南西北共有这个5条线哦，像刚刚张燕所提到，像这个在西北的这个望龙皮啦哈，或者在这个龙潭湖哈，这个就有一个历史的一个线哈，它可以到达这些系统哦。那我们针对它一个疏运的一个结果哈，也逐次在检讨哈，所以今年大概在7月的时候哈，我们会针对因为我们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游客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回馈回来的一个意见哈，那会针对游客在使用上面的一些需求，在做一个路线的调整哈，使我们这样的一个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接驳哈，能更符合游客的需要哈。那另外在平常部分，就有原来我们有这个16条的这个宜兰静好行哈，跟2条的这一个台湾好行，就是礁溪线跟这个东山河线哦，来作为日常不管在观光、医疗啦或者旅游方面的一个接驳哈。当然这个平时它的密度比较没有这么高哈，不过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宜兰健好行，还有我们的这个 APP 上面哈，都有提供有所谓这个公车到站的一个时间的资讯跟这个班次表哈，可以供这些游客来使用哈。那我们在推出期间，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国外的这个自由行的游客哈，在使用，反映一些意见给我们。好，以上。好，我是员工，这部新闻不只是说只重视在一些我们南港国道客运路来这个下车处、乘车处而已，也当讲有当利用一寡空间设一些停车空，因为开车来已经真侪，这种超真侪啊！无咱引导地一个定点伫遐，咱接驳系统会当来做一个再一次的强化吼。相信讲要去每一个所在，伊就更加方便啦，更方便吼。不只说只是对大众系统而已啊。我讲小车的部分嘛是咱个集中好去个，卖讲规个乡镇机关来照做伊，伫景点来弄来弄去安尼吼。另外是讲，即、這个因为即摆咱就然后再讲即摆汽机车嘛，就尤其台北路来的车嘛真侪吼。但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即个庄卡内底嘛，真侪即个乡镇小路、农路，尤其一寡咱早期咱一寡即民宿拢申请伫即个农舍内底。所以咱的尤其是咱的产地，佫经过重划过，所以咱的路拢非常直，但偏偏就是路拢无够宽。所以你也看最近，咱可能若迄个今仔日就知影，即个交通重大死亡事件，拢伫啥？拢毋是伫大条路，拢伫即种小路内底，吼，拢伫小内底。即个处长你或者你有想讲，这个部分有没有想要说，对各乡镇的这种小路啊、农路啊，重新做一个检讨，怎么样来做一个改善吗？谢谢张议员的意见哦。那确实很多农路因为从化而后都非常笔直了哈、哦。那我觉得就是整个交通警示的系统要做的比较完善一点，因为很多农路它并不没有一些像红绿灯或警示标志，或是一些警示用路人的一个停等的一个设施了哈。那我想这个都要去做一些改善啊，才能减少我们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上海，主席讲到农家公这个路口一个交通秩序改善以后，但是你路因为有了号志以后，你路口那个路口的路幅不够宽的时候，反而更造成其他问题。所以讲。会当连办，但是这个路边其实边啊拢有水沟的问题，是毋讲会当利用咱观众这边，会当甲地方乡公所，包括甲水利会，甲检讨迄个路口，
是咱利用现有这个公共的空间，内底包括水沟顶头，水沟有环境，会当看你路口部分，会当较快速啊。无你交通号交通号一设下去的时候，那个路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转弯什么一大堆都是拢是问题啊。现在一并来思考。好，县长请到。哎，大会主席，其实咱宜兰县为着道路交通安全，咱其实伫大安汇报也有分数。我拄仔先来讲申请，哎，干务处讲吼，干务处这边是叫做工程组嘛吼。道路，咱大安汇报内底有分啊，这个无同款的组。啊，这个部分大概张议员，如果你若关心，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安尼啦吼。那个高局长这边，你们回去看大安汇报，我们都有列管。我现在都有一个机制，有发生 A1、A2、A3， 就是说你如果有擦撞、有受伤的、死亡的，不一样的等级、那就要进入列管、变作危险的路段还是路口、他们就会去回勘、去改善、到底是道路工程要处理还是标线、还是说他们要去加强执法，那有分工的啦、所以如果我们农路的部分，其实这几年的这种交通意外事件，其实早几年，差不多前三年以前啊，大多数拢发生伫咱的一般管道甲农路的中间。啊，那尤其发生伫下半年，咱只暗昏啦吼，迄、那个下冬天较暗，所以咱的建设局嘛去争取迄种叫做太阳能 LED 的迄、那个吼，迄、那个标示吼、让吼。有一挂路口，恁注意看。那暗时来发光，迄东西过去有发生过交通事件，吼、哦，去警示。过来就是讲你讲的水沟，这个部分咱干务处都去协调各乡镇市公所。有些你若农路啊，迄个所在那是，尤其是咱即马高速公路通双边边的农路，啊边有一条水泥沟，你就开始爱设导标，反光的导标，啊加强行人的安全吼。哦啊，迄、那个导标咱嘛，佫分做两种，一种是像咱外界较低水的所在，吼、哦，伊人工就是有做一个较特别的管道，吼、哦，安尼等下饮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安全的保障。所以你若你的辖区内底有这种民众定来欢迎这个路口，咱现在拢是讲要求伫市面路口要避开，对，嘛有这个考虑了吼。所以安尼所在袂使违章啊。所以如果咱的辖区内底有这种感觉，可能无人反映，啊，可能嘛也未发生事故，啊，无去注意到，啊，那个民化局，你通向请乡镇公所报起来，也是讲你主动来甲咱讲，啊，咱这个道安汇报有一个机制，若感觉有这个危险的疑虑，伊就会去看，看了伊就该做一个专业的指导，讲这个所在是爱改善啥，啊，咱内底再去做分工，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啦，哦，所以那个我们道安汇报的那个各组的那个机制，哦，跟我们这几年有做的那个成果，应该都每一个议员都给他们一份知道，因为交通安全啊，大家议员上不爱讲吼，拄到辖区内底咱家的选民哦出车祸，哦，黄淑琴议员讲到，迄一个车祸就变成一个家庭。这真重要的人啊，失去啊，这个工作能力啊，失去经济能力哦，所以迄种的大概咱是会做这种加强，诶，这种帮助吼，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把列为重点哈，列为重点。感谢各位。啊，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文处长，那个幼儿园的部分的话，是要真的再请问一下啊。刘伟刚，你有提一挂资料给我吼，幼儿园的部分哦，但是我有真侪分区情况，你边遐只有吼那个。幼儿园进去都迄抽签的中签率足低啦，十几个才抽着一个两个尔吼。啊，表示讲有个别区域的需求性，你给我的数据是讲啊，整个宜兰县我们设了多少的园区，有多少的可以容纳，但是经济所在你嘛讲着讲啊，有的根本就无学生啊，所以讲那个资源是不是有放错地方了？我唔知啊，哦，能不能用个分区去检讨一下，说啊，多一个区域，伊的需求性较大，多一个区域较无啊济，会当调整一下无？我知道咱即马要推广到咱这非营利性的这种幼儿园哦，啊，咱往这方向思考者，就是讲，像简单以阮五家乡来讲，我老罗东镇，你来个幼儿园个推不进去，来去罗东啊，去罗东过来国小去啊，白等来，国小无等来，国中嘛无等来，啊，变作罗东内底迄个国小、国中囡仔真正袂入去，啊，阮五家乡即个国中、国小找无囡仔，因为啊，幼儿园就开始资金就已经入去遐去啊，所以讲。
像阮目前阮迄四间学生迄所在，中央所在，迄中签率只有就十二分之一、十分之二而已啊。哦，非常恐怖，是不是讲会当根据个规定个做一调查一下？啊，哪个地方是不是细心大去调整一下那个校舍空间？即嘛各校的校舍空间，各校囡仔无阿济啊嘛，整个空间我们再调整一下。啊，各区域能够去求性，能够设立，尤其小学中统特别讲到一点，因为重视幼儿教育，有幼儿园的广设部分呐、啊，大家会思考，因为讲到这个重点。即有影，即看起来即嘛少年人哦，唔敢生，哦，拢看到经济问题，囡仔读册方便，啊，你也无安尼，无让因一个，让因有当安心来读册哦，都去造成啊，袂囥去咪去。去较贵个所在，就囥去厝上，好好讲阿妈隔代教养。啊，你阁拄着迄外籍个新娘，阁较惨，毋知咩教养。哦，这种启蒙教育真的是啊，就会影响很大。希望处长你们在你再思考一下各区哦，去调查一下，啊，跟其他需求性调查一下。啊，无爱人爱要去袂当去，空空个所在无人要去。啊，你们伫遐说，哦，这当资源重新再检讨分配一下，好不好？处长。哦，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非常感谢张议员对于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关心。那在这里面，特别的说明一下，就是，如同您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在评估我们幼儿园的一个状况。不过以宜兰县的幼儿园的一个公私立招生的比率是50%比50%。好像是私立只比公立多两位学生而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配置相关的非营利性幼儿园，我们就必须很谨慎来调整。那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公私协力的一个区块。我上礼拜才去参加台北新了解新北市。处长，你讲的公私协力这种我不能认同这种想法。你本来你私人的它存在是营利性行为啊。因为你袂使去保障讲一定咯，安尼，即个无钱的即个民众，我袂一定甲囡仔塞底下去，对无？袂使用讲法啦。你应该是爱思考讲各地区性它的需求性问题。我今仔伊袂使甲囡仔送去，啊，公立的一定是我第一点上大的问题，经济考量是上大，第一点方便性嘛。你不能用去私人角度考虑这问题，这样不对的。至少你，我记得安尼，你再去思考看嘛，你过去再调查。好的，好，谢谢你。另外咧，局长咧，警察局长，高局长。咱最近啊，严管啊，这可能慢慢办了，这两三个月就闹热了吼。从3月9号的宜兰市银楼抢案，到4月1号的罗东银行抢案，到4月21号盐山的两起枪击案，过来个五月上哇，5月19号罗东击中啊，这击中多枪击啊，啊个会抽接组同一案件。你5月10号宜兰市加油站的砸加油站的案子，跟昨天苏滨路你看又两起随机。缆车砸人砸车啊！我刚刚这不是纯粹讲，跟你讲，咱把人讲平点，讲咱啊，咱的生活环境的这个治安呢、啊，真的是啊，有点点在走样的。可能管高局长，你的其他管区可能来看，这包括的这种可能心思平常，但是对宜兰来讲哦、啊，一般变成非常的东西，也尴尬，真的有些他们心中会有点害怕，讲出来的东西去用公车公人，这个问题是不是讲局长你认为讲？尤其我讲，这个地哦，渐渐你来看，已经有迄个聚众情形了，有点是不是叫帮派的问题，有存在的问题？局长，你有什么想法无？局长，请答复，这个很重要。是主席，还有这个谢谢张议员关心哦。我想其实刚刚针对这个议员张议员刚刚所提出来的这几个案件，从3月份的这个银行的一楼的抢案到后面这几个案子哈、哦，当然案件的发生。之后，其实这几件我们都有立刻就有侦破。那当然，这个案这几件案件，其实我们分析起来，这当中有一些是有这个关联性，就是中少部分的人大概重复在犯案。我们这些对象我们都有掌握，所以说每一件案子在发生之后，我们都能够很快做一个侦破。当然，我想侦破的部分是本来我们该要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预防，让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安心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这部分呢，我们警察局除了在案件发生侦破之外，我们最近也做了一连串的措施，除了就是针对这些不法的列管的分子啊，我们会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作为。局长，我要不跟你讲，因为过来6月过就开始进入毕业季啊。
暑假期间这段空档吼，啊，伊用拢会较有发生这个案件吼，比较容易的，无一定可能会啦。所以我是讲啊，既然之前有这案件，虽然咱嘛知影你前几日拢其实拢破案，讲这都讲到预防这个事情就很重要的。像如果来讲，首先有一种威吓的作用，好，别讲这些人刚刚讲啊，我的肆无忌惮，我要冲啥要冲啥，哦，这种心态哦，当消失掉。啊，这样子民众心态就不心理上就比较平安一点，啊，破案一定要破，一定要破案了，这是一点啊。希望事先的以后，事前的事先预防啊，真的是很重要的哦。再加上及早去去啊，这里暑假教育啊，毒品的问题入校园这个部分呢、啊，也希望说能够用点心的、啊。告诉一边水利行，你嘛，你处理几块在防治的这种措施，但是啊，毕竟他们力量还是不够的，还是靠我们警力才有就强效有力啊。麻烦局长在。到帮我们都用的，让宜兰人呢真的很安心一点哦。谢谢你。那呢，或者是那里，我请教咱那里环保局长陈局长哦。咱最近我看咱光咱这边个设这个会炸这个仓储哦，还开过千万哦。我来讲哇，再去省油哦。这个会炸处理费哦，咱一栋的成本那个300几块去啊，叫咱浙江收350几块啊，才多了50几块钱而已啊。哦，我该送给你的数据，这年的数据啊。过来想你有点我就不可思议的地方说，咱这垃圾处理费咱付哦达和爱658块，咱个花的是偌济？670块，差12块尔。这中间咱能够要加这个监督达和这种管这机制的个管理费用，搁坑落时阵，搁其他费用坑落，咱来倒塌。啊，咱收这要创啊？是不是种？我都讲咱这个。诶，这个废渣处理费咧，这个收费部分，甲咱这个废收处理费不，我都提高不？啊，若无吼，今日你遐收吼，对咱宜兰是无好处个啊。咱家己一定爱收，袂讲嘛。啊，若要安尼想，包括打二就算是入来拢等于咱加下收个嘛。实际了，你还都个倒塌。只不过即摆我去啊，废渣处理厂吼，啊，别后续营运的问题啊，又来了，弄个钱啊。局长，你看，你我到了无？是可来调整无？局长，请到。谢谢张议员哈。那个，我们对于这个处理垃圾所应该计算的这些收费标准哈，其实我们长期以来县民所产生的垃圾哈，我们是用县府来补贴的。那对县民收是用水征收。有啊，我即摆就是讲，我都来算个成本来对收，加咱宜兰县爱收保。嘛拖落去，无拖落去，我管咯。对，所以嘛是在拖，咱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对县民是低度征收，大概征收不到一半的钱了哈。那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对达和自收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停掉了，不要让达和自收垃圾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完全由县政府自己来主导这个垃圾怎么样子进场这个事情。那垃圾进场的这个部分的费用除了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处理费由县府收之后再转给达和。你不是讲10分就好啊？啊，即摆讲40多分啊，佫无够。啊，好啊啦，我今日安就好啦。私底下看你要哪讲，再佫讲。其实，达官区都拢加也收的啦，县长啊，这啊，这个治安的代志啊，啊，包括这个环保的代志啊，拢是咱宜兰县即摆非常重要的代志啊。我想馆长，你要拿出魄力啊！你莫走去中央做你走，要叫怎个放个分也是袂使的，哦，对不对？好，我们休息10分钟。
好，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各位局处长，各位请坐。好，我们继续要由江碧华议员、吴秋莲议员、蔡文丽议员三位同仁啊联合执行。好，这么开始，请蔡文丽议员。啊，感谢主席，啊，馆长，啊，各局处的处长，啊，所有的同仁吼，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吼，馆长。我想幸福宜兰一直是你的目标啊，吼！所以讲，伫第二次啊，你的这个连任了后，你甲幸福宜兰升级叫做幸福宜兰 2.0。但是我感觉讲幸福啊，进前啊，绝对啊，拄啊，我也有听到几个议员伫讲啊，吼，讲到讲啊，宜兰县的这个治安哦，我想宜兰县的治安确确实实，因为这几年来。咱看到啊，这个外来人口，无论旅游也好，来到宜兰县居住也好，我想啊，拢有真侪外来的人，吼、哦。所以讲，外地跟在地形成一个冲击面。当然，生活习惯因也无同款，啊，生活的水平可能嘛无啥同款，所以造成真侪的这个哦摩擦哦，而产生治安的现象啊、哦。不过，我感觉讲。咱宜兰县嘛有真侪人咧反映警力非常的不足啦吼、哦，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解决这个人力的问题啦吼。更加咱要了解就是讲，咱的治安、咱的建警率啊，甲这个和平众的这个安全度吼，我想这爱来去做一个加强啦吼。不过，佫较严重的就是啥？就是讲啊，真侪同事伫咱的。这个议会内底啊，嘛拢有咧讲到吼、哦。其实咱宜兰县内底啊，有出现白色恐怖，你唔知知影唔知啊吼、哦。就是讲，咱的府内也好，吼、哦，县政府内底也好，啊是其他的这个单位内底也好啊，有真济啊，咱的公务人员啊，透过着伊的系统，然后啊，啊伫网络顶端。啊，做这个虚拟哦，诶，这个账号，然后做出伫网络上做出真多，吼、哦，对于很多人的攻击的现象，吼、哦，我嘛希望讲警察局长，你会当联络这个电信警察，吼、哦，甲宜兰县这个白色恐怖，吼、哦，该驱逐出境，一定爱来甲这个代志拢甲遏制，包括咱真侪议员拄啊嘛咧讲，吼、哦。因咧议会内底提案，啊，伫因个私人个账号内底嘛去予人啊，甲因做恐吓哦。我想吼，这啊绝对拢爱来办理啊。吼、哦，伫公堂之上个代志，因嘛都拢会当来做恐吓，何况是讲民众啊，因伫因个治安个问题吼、哦。所以讲，馆长，我想这爱严格落去查办，嘛计请警察局吼、哦、会当啊落去了解啦吼、哦。第二点。我感觉讲，农民啊，这几年来确确实实有较辛苦吼。伫、哦、咱宜兰县较无同款的这个农地设施的政策，哦，和农民最近感觉非常的不安。第一点，啊，因要起居住，也是讲要囥一个器材，要起一个农舍也好，啊，农业设施也好，吼、哦，我想拢有比较早佫较无同款的这个啊条件吼。哦啊，佮加上着讲，真侪农民最近吼，拢、哦、有去拄着即个湿地的问题吼。毋、哦、知讲，馆长，我伫遮是讲请教你一下啊，就是讲湿地的范围是毋是县政府现况是毋是有要来做检讨，会当予遮个湿地范围内底农民。当然，我感觉讲保育绝对要来做啦吼、哦，但是就是讲，是毋是会当佮做检讨，予农民啊，莫去损害着较济吼，请馆长答复一下。好，县长请答复。啊，代位主席，
啊，林副局长，感谢蔡文英议员的指教。蔡议员，你讲的关心的这个祖安湿地的这个问题哈，咱其实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会记得咱伫这个安算第二届会议伫讲啊哈，啊差不多咱有要求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副馆长召集。啊嘛，透过一个专业单位，甲咱做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啊，这个检讨。即马咱已经甲迄个结论，吼、哦，因为咱有召开一个委员会，这个结论正式甲这个咱经过这个相当的专家学者甲地方的人士，甲这个正式的意见啊，讲咱这个祖安湿地、地方级这个湿地啊，那地公有土地这部分啊。哦，有伫河口诶，啊是部分伫即、這个啊，即、這个重要诶，即个河川诶地段。哦，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一定要保留。啊，所有地部分啊，我们觉得要通盘检讨。好、哦，通盘检讨。原来有做这养殖专区的部分，就做重来之使用，啊，且嘛免列入啊，即、這个湿地诶划设。吼、哦，你因为你即、這个老家即个注记啊，惊做对伊诶即个基本权利啊受损真大。吼、哦。我想咱伫祖安湿地早期伫划定的范围，最主要我顶间有讲过，嘛是真正保障农民啦吼，会当互伊两期拢清迄个休耕补助。那如果现在啊，因为湿地法通过以后，让造成大家这个啊有这种的波动啊，咱即马已经正式把这个结论啊报去营建署吼，所以这个部分咱近期来吼，近期来县政府会密切。来甲营建署做这个协调，因为咱有一个专案小组了吼，主要是伫讲五十二家迄个国家湿地吼，啊当然对地方的湿地啊，伊这是暂定吼，暂定啊，伊会尊重咱整个对地方这种的水文甲啊这个环境保育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县政府会真负责，因为咱即马未来进一步后工有一个国土计划法嘛要实施啊，所以。免急即即时啊，用这个湿地法改做这个啊，这个规范。所以这个部分啊，咱有一个真清楚的啊，这个基本的原则啊，记录嘛送出来啊。我相信这个相关的副本，应该农业处这边啊，应该可以给每一个议员哈、哦、都能够知道，因为大家都关心，回去也要跟啊这个民众有个交代，我们到底处理的原则跟现在中央政府的处理原则基本态度是怎么样？哦啊，进度跟都一样。我想安尼大家较有一个清楚了吼、哦。感谢馆长吼、哦，我想安尼其实安尼就会当吼，让农民损害较少啦吼、哦，就从来之使用啦吼、哦。另外就是讲，馆长我拄仔讲到就是讲农地啊，目前啦、啊、吼，其当然今年因农地违规使用，当然农地咱坚持爱农用啦吼、哦。啊，今年包括地价税啦，农地违规使用拢真侪罚款啦吼、哦。我想。做这些嘛是拢真好啦，但是就是讲，是不是可以再做检讨一下？一下子好像农民他们都不太能适应，一开始啊罚他侪钱哦，其实真侪人嘛感觉讲，他们一下子也反应不太过来了，哦，所以讲我感觉讲，我们县府要很多的政策监管，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检讨了，哦。反观咱都看到就是讲，山坡地的部分，颠倒吼，你那里咱看到所有的山顶哦。很多东西他们越盖的越来越多、哦、但是我感觉讲就是我们要一并全部都来做考量啦、哦、当然这个土地是因的因要安怎来做我们都很赞成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合理的管制卖好农民还是讲好这个土地无同的人他们有差别性跟无同款的待遇啦、哦啊、另外就是讲其实馆长对十二年国教、哦、我直接有一个看法啦、哦当年我伫单位执行时阵，我嘛请教过教育处长，就是讲十二年国教，咱的新政府起来，他们有说，要农民免试的哈，啊就就这个就地来就学哈。但是现况依今年的十二年国教，我在这里我有一个建言，就是讲十二年国教哈，咱看会到就是讲，他们今年在五月中，他们就来举行这个大会考。那过去的考试拢是伫七月初啦，吼，拢是即个毕业了后去考。但是咱即摆大会考五月中就考了，考了，即孩子在学校啊，煞毋知要创啥，啊，老师嘛毋知要哪教，吼、哦，即、這个空窗期，我觉得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因为即摆囡仔啊，你五月中啊考了，啊，因即摆要等要读高中，要读高中的时阵，
这段五月中甲毕业，这个六月中这段一个月时间，老师伫学校嘛唔知道要教啥，因为都拢考了。啊，过来孩子因的心嘛拢真浮动嘛，我都要毕业，我嘛拢考煞，所以我感觉这是不是伫咱这个总检讨的时阵，是不是十二年国教？如果未来要大会考的时间是不是会当？我感觉爱延后一下，无即个囡仔因伊即马唔知道要创啥，哦对吧？对啊，馆长一直笑，对哦，哦，所以我伫遮吼，馆长，这做一个建议啦，那会使的时阵吼，咱来甲因做欢迎啦，吼，哎，来馆长请讲。蔡议员关心教育吼，嘛关心咱家己啊，这个主题。基本上你看到这个问题啊，甲阮看到同款。阮即马不只是关心咱国中诶，即马高中生，因基本上啊分做两个阶段，那差不多迄、那个啊真试吼，真试入这个入学，也是讲繁星啥等等诶，差不多接近要一半，已经差不多拢哦，知影要读倒一个大学，啊所以。因为这个时间吼、哦，比咱即马国中生啊，搁较长，所以我顶天伫巡视这个会考的时阵啊，都要求文处长啊，当年这个啊，因为他这个时间啊，我们国中的部分问题比较少，他会考完以后，他要申请学校，后面还有一段时间啊，你嘛免烦恼讲咱国中的这个学程，因为基本上课程的安排。啊，跟高中的比较不一样哈、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咱去人家租地，因为你希望少整理化，每一个人就宝贵了哈，爱、哦、帮忙家长，因为家长大概变经济，所以卖好一囡仔吼，啊，伫这个时间心情浮动，啊，无得走，咱过去有无发生过？啊，已经考掉大学，结果这几个月内底发生一个吼、哦，对人去啊，这个参加不法的活动，说。一个前途就全咧了去，啊，咱嘛卖讲等个暑假七月八月，咱再来实施青春专案来帮忙这青少年，啊，这个时间是最容易发生空窗期，所以这个代志啊，教育处应该在啊这个暑假期间呢、啊，赶快跟这些啊这个国中跟高中的这个高中职的校长要来开会，啊，咱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讲咱即卖学程啊。会当用参详的，有的如果若讲咱伫头前段处理了较完整，知影伊要去高中，也是要去高职，吼、哦，这个分流都做得好，一部分是要进入职场，职场。我们在这个辅导上面呢，后面也要配合这个相关学程的安排。啊，有的高中的预备学程可以马上进来，安尼这囡仔都别无聊。甚至阮即马伫暑假两个月，我现在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只有说等到学生出了状况，我们才去做辅导，太慢了，所以我们要广开夏令营的课程。好、哦，那你暑假七月八月，那既然都可以开了，那包括我们现在在课后照顾100%。好、哦，那因为你大多数有能力的家庭，那家长咱较免较烦恼。一般的家庭，他需要这些小孩子在四点以后，咱嘛爱给做一个照顾。所以你很多讲这个空窗期。我们应该更有完整的，因为我们现在每班的学生数都很少。那老实讲，现在我们的老师数量也够，我们应该让这些老师充分的在相关上课时间里面，他去承担相关的责任。我想安呢，可以重新得到我们县民的啊这样肯定，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教师工会跟啊这个相关的争执啊。好，大家社会对老师也有产生一些误解，所以这个部分我也会请教育处各给承担起来。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高中高职这一块，哈、哦，因啊，哎，有两个部分啦，哈，一个就是讲啊，安尼来帮忙这些子弟，会当去考到较好的因所需要的这个学校。第二是因伫这个啊课程空窗的这个时间，因为有些学校是安尼。有伊就招等下去做小老师，去做帮忙未来七月八月要阁考的，迄、那个部分该辅导。但是有一些大多数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将这些大学的预备课程，也让好、哦，包括像宜兰大学，他也愿意承担了哈、哦。我们来请教育部，在这个部分，如果宜兰县十二年国教，我们做第一阶段，
要来接轨的部分，我们应该来要求哦。这个部分，我也请那个文处长先在他们的局处长会议的时候先反映。啊，林刚我再来跟这个潘部长哦，潘部长是算咱的迄个众议人，我嘛得跟他对位哦。咱有两个议题嘛哈、哦，包括今嘛清大园区这个案，好、哦，包括咱今嘛十二年国教，咱面对的这个这个代志，因为咱既然做这个部分做了较扎实，怎么样变成是在地入学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按照目前的学生数，我刚会考的这门，咱各中心在三千五百几个，我们毕业生，我们的毕业生三千五百几个，但是咱如果高中高职加迄个我们护专的缺额，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学校可以读了哈，所以基本上现在入学的部分，就近入学的部分哦，主要公平。只要嘛，家长就是讲，像顶刚讲啊，加分无加分，也是申请无公平机制。这个我们细节的部分还在协调以外，其他多数的这个基础，因为十二年国教在宜兰争议比较少哦，过去啊，够西南西北那个配比的问题，我们现在那个障碍都提，那都把它移除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咱能够做较搁较落实者吼、哦，所以你关心这个部分啊。那如果大家对这种这个主题顶头需要的部分，我想我们在教育上面啊，一定是优先给咱宜兰主题啊，给因诶这种受教的这个品质啦、啊，啊，甲因未来进入这个学程内底，咱安那伫每一个阶段，给伊做一个上适当的帮助。我想咱宜兰县教育投资，我们是毫不手软，但是服务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应该要到位了哈。所以我想蔡议员关心这部分，我们可以继续来加强。教育哈，这部分哦，我想我甲你请教，我嘛知听你讲，我感觉讲你真清楚啊哈。啊，所以讲，我想孩子是咱的这个百年大计，咱一定爱来去做哈。教育这是一定哈，爱无限的这个付出的哈。我嘛希望讲，咱宜兰县的囡仔，吼，当然宜兰甲台北或许有一点城乡的差距，但是吼，咱该爱做，咱也是爱做啦，吼。啊，另外县长，我阁请教你，就是讲，咱宜兰县啊，真济这个渔民啊，吼，拢是靠海啊的为生，吼。啊，咱看得到咱这个台日啊，16次的这个渔业协定啊，顶管订了咱的这个海域。哦，有扩大，尤其是伫即个钓鱼台海域，吼、哦，啊，所以讲即个海域扩大了后，听讲，吼、哦，伫未来的日子内底，伊即个扩大的部分，吼、哦，伫暂定执法线以外过去，即个扩大了后，即个海域啊，有要阁做缩减，啊，我是讲要听县长你的看法，啊，即要怎创，啊，你有啥物想法？好，县长请答复。感谢蔡议员的指教，基本上。台日渔权的协定啦、啊，我想咱林副局长上了解了哈。咱目前啦哈，咱最近的这种当季的渔获哈，最近这个黑尾鱼，基本上咱看这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数据啊，大概近两年哈，近两年算是这个比较丰收的一年。啊，目前因为再去这个。陈志兴理事长嘛，还阁安尼甲我联络啦吼，就是讲包括东港的渔船，过去东港拢是伫菲律宾的海域掠到起来，啊，咱较北边，咱就是算咱南澳的渔船啊，主要的这个这个这个渔场啦吼。不过这几年因为台日渔权的相关的协定吼，过去迄个暂定执法线呐、啊，因第钓鱼台这个争议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一些。这个给我们比较大的空间。的确我也要安尼来甲各位报告啦吼，因为最近咱伫台日观光交那个高峰会的时候，迄天林副局长嘛去代表议会去参加，咱迄个驻日代表迄个谢长廷前院长吼，伊敢那后计划车都要去就职，啊，其实伊对这方面啦，伊不哩内行啦吼，啊，伊嘛取得迄、那个。日本政府较大的信心，啊，咱即马优先我甲伊讲的嘛是讲，啊，当然迄天伊是要甲咱做媒人，讲希望推动我们跟日本哪一个县来做姐妹县，啊，过来就是讲，
台日的渔业协定，我们跟琉球的关系，伊第二个部分就是希望咱促进宜兰甲奥克纳瓦会当建立搁较进一步的这个交流的平台。安尼来讲，以后的这种台日渔业协定，吼、哦，这个部因为咱上接近呢，就是咱第吼、哦、这个相关的部分。啊，咱宜兰县的渔民过去的传统。诶，这个渔业基地主要嘛拢伫迄个所在啦吼，所以咱用这个过去的历史的关系，甲咱啊，甲因即马目前要促进的这个关系啊，我想相信这个平台再把它搭接起来啊、你大家关心讲渔民的权益，这个部分应该那依然宜兰县级的渔民的诶权益保障啊，国较完全的国际迄种行线卖阁讲，但是跟台日的这种渔场上面。重叠的经济海域的这个部分，应该会取得比较好的发展哦，这是我们现在观察的重点哈、哦。不过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保持，就是讲至少袂使比起码更加歹哦，会当佫甲咱佫开放一寡。安尼我相信，这对这种区域的安定，也是讲目前大家伫在关心的，我们跟周边的这个邻国安那保持。良性的这个友谊，也是讲这个稳固的这外交关系，这拢是咱的这个大组的这个基础了哈。所以应该相信应该六月到七月之间，应该会有一个第一个信息出现啊。这大概可以来看看那个讯息是不是照我所说的是朝正向的这个部分发展，因为咱基本这里保温期往这里弘扬，地来推上了哈。以上，管定啊。第十六次这个渔业协定的时候，一旦已经扩大加不利大吼，你讲即马未来讲要阁扩大，我看机遇是不大，但是第十七次啊、哦，第十七次，不好意思，日本因的想法就是讲，因要阁，因可能会甲这个范围啊，要收倒转啊，反正我是直接建议啦吼、哦，我感觉渔民嘛拢真辛苦，你拄好讲到，迄渔场变大了后，当然。渔会啊，加较丰收啊，吼啊！但是我感觉讲渔民因掠鱼嘛，讲真辛苦，走到较远的所在去掠鱼吼。啊，我想咱的渔权哦，绝对哦，啊坚定，袂使去放弃去啊，吼！啊，甲渔民诶，这个权益哦，啊，甲因做上好的保障啦。哦，因为这几年来，安尼嘛是你过啊，所以你啊，讲日本这个时阵呐，甲咱收倒转去，我想这对咱真侪渔民吼，我感觉拢无好啦。吼，我想迄个。副局长嘛真清楚即块啦吼，我想伊嘛是拢长期咧为渔民发声，伊嘛拢真清楚啦吼。所以馆长即个部分吼，一定爱注意，麻烦讲你有机会吼，甲即个上级吼伫讲的时阵，即块绝对要注意啦吼。另外，馆长，咱宜兰县的即个大地标叫做龟山岛吼，龟山岛是长期以来咱只要宜兰囡仔自细汉时阵。要看好天，看那孤山地无啊，伊就是特别落雨啊。孤山那足清的，今仔可能就是好天。迄是咱是宜兰人啊，自囡仔到大汉啊，上大的一个指标啦吼。我想孤山岛过去嘛有真侪居民住伫顶悬吼啊。伫这个过去尾啊，怎搬迁来个头城这个孤山里啦吼。这个人是安怎当时会搬来个？即嘛现主席的孤山里，就是因为过去咱的国家需要吼、作为军事用地。但是最近咱嘛看到讲，即、这个媒体有咧讲啦，讲东北角也是讲其他的单位，因有想要伫龟山岛顶悬做民宿吼、哦。我想讲做民宿推动观光嘛袂歹，但是咱拢知影讲孤山岛咱有限制人数，就是要做就是啥，要做生态嘛吼、哦，要做保育嘛。所以讲，是毋是民宿做了了后，是毋是会产生真大诶即个问题，保育诶生态诶问题，是毋是请馆长你会当回答即个吼、哦、做民宿你诶看法安尼啊？高剪刀。代位主席，感谢蔡议员，其实孤山岛伊是咱即个指定诶，即叫做生态保育区啦吼。当然，伊顶头要有一寡，包括一间庙过去迄、那个军事的住房的一寡吼、哦，军事的即个这个遗构吼、哦，包括有炮台，包括有即、这个过去的即个房舍吼、哦，包括过去旧的
啊，一个迄、那个咱分校吼、哦，分校的这个校舍。啊，即嘛其实看起来，咱定定带真济国际观光客，包括咱即几年推广观光啦、啊，彩线团拢甲带到顶头。但最后营造拢甲咱讲一个，咱感觉不哩遗憾的代志。讲去到顶头，你即嘛像这个热天去到遐吼，唔知道要走去倒位啊，只有爱跳入海底。吼、哦，就是讲四零一高地。差不多春天也是讲下冬天去啊爬遐海吼，即落热天我看爬到一半，大家拢掉山爱扛倒落来。那整个在上面的生态解说也明显的不是相当的充足了吼，就是讲伊迄个所在爱予人感觉讲真难得行到到吼啊，因为你若讲咱过去台湾的一句俗语讲啊，台湾全省行透透啊，都敢那孤山都行袂到。那有这种搭船，然后到那个我们这个宜兰地标，而且它是一个活 火山。那按你来讲，伊周边整个生态富裕，甲内底这种啊软硬体的充实啦，其实我感觉台北甲国家风景区也要做甲真有周全。啊，你讲要为着趁钱再去讲做民宿吧？啊，那是讲本末倒置啦。我感觉那就管政府的立场。咱希望讲，伊要是维持生态观光为主，啊，你若要比较朝向商业化，还是讲要去盈利为目标，我讲何必着甲头城迄只旅宿业者来争利？你倒是甲迄个做个充实一下，增加来客数，吼、哦、啊，以地这个总量管制的范围内底，啊，予人感觉讲非去不可，啊，大家一定爱来遐住。来咱头城沿海大，那不是造就地方吗？甲咱宜兰县政府去投资十四个啊、去盖一个南洋博物馆，咱敢为着要收费为目的，也是要造福地方。当然，这是一个文化设施。你也看咱以南洋博物馆咱承担的迄个角色，我觉得东北角国家风景区应该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吼，安尼好，孤山岛不只有天然的这种。啊，这个美景内底的这种生态教育、生态的展示啊，我倒是认为讲，如果啊，咱有机会甲观光局来对位，我希望它成为我们南洋博物馆的，我们现在那个旅客服务中心变成我们咱一个啊南洋博物馆的一个前缘，未来做海洋生态教室的基地。那这样的话，它如果说它能量不够。啊，伊嘛比较讲，像咱做生态绿洲安尼，我来甲经营做环境教育的基地。那这样的话，我感觉台北甲国家风景区，伊就是资源交予咱县政府，咱来甲伊做一种内容的充实。那现在船运的部分，因为这个观光娱乐，我们渔业哈，咱迄个部分大概啊量是够了哈，但是它在海就是到龟山岛，蔡友你知影，伊甲摸一个贵一个，因为两个码头就很难亲近，有时候你都无法度去登岛啊。所以他在相关的这种登岛设备跟旅客服务的这个设施啊，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你讲要推广，甲变作是一个国际观光的魅力据点，我觉得他还有一段层次的。馆长，感谢你啦吼，小陈。啊，我想你讲安尼。完全，我感觉吼，甲我的立场是同款的啦吼。我感觉讲龟山岛伊的这设施无够，我就是爱增加啦吼。但是不一定讲，像因你讲的讲来甲设置民宿，我感觉嘿安尼真正是安尼是袂好势的啦吼。啊，如果说在龟山岛上面公社做弄多一点，啊好旅客可以在那边做休息，我感觉我这是百分之百认同。无去到遐。人足艰苦，阿嘛无所所在做遮蔽，尤其下雨的时候，规身躯拢淋落落，我感觉迄是足艰苦的一个代志啦，吼。本来大家即个宜兰来欣赏着孤山岛，结果倒转拢吼，唔知要哪处理吼，吼真侪旅客拢有同款的即个感受啦，吼。所以讲，我感觉讲，咱这边绝对要建议即个东北角吼，是毋是伊伫顶悬做搁较侪即个公共设施吼，予旅客感觉搁较完善。啊！另外就是你孤山岛遮买当吼，做一个搁较完善，含南洋博物馆来做连接，我感觉这是上好的啦吼。反正这个部分感谢你啦吼。来，张碧华议员。其实县长，你到过澳门吗？从来没去过。你有机会的话，应该
一天了就可以来回了，很方便。我没有去叫你去赌场啊，你怎么对号入座？我都没有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台湾哦，四面都是海，都是海域。那我们非常可惜的，我们内政部长这个吴秋省先生哦，啊，这个部长这个没有当成，我们未来是不是还有机会？我是觉得台湾现在的困境，应该是要朝着海洋这个四周怎么去延伸。那你相关的，包括都市、包括街边、包括环境保护等等，你如果没有就是一个配套的话，单独一个点，坦白讲没办法造就，怎么样跟国际竞争？我想这方面是县长立马已经漫渡第六年，你应该非常了解这边的相关重要的设施，包括他们内政部营建署，啊，东北风景区，只要是划定设定的，那跟他去判刑赶快。我想他不管他的要维修，或者做修缮，或者要申请这个建筑等等，都是层层关卡。你这样怎么话？我想这个宜兰县，我们是东北整个沿岸海岸线有多长？我想海岸线的这个延伸是应该把我们结合我们整个太平洋这个领域，是全国来讲看日出啊，不需要到阿里山。我一直这么强调，应该可以到我们宜兰，就可以来看到我们最漂亮的。好，从这个太平洋这个一道曙光，希望在这个刚刚这个蔡议员所说的，我们希望说能够，不管是新任现在即将要就职的这个蔡总统也好，是不是能够对我们宜兰，尤其我们宜兰，坦白讲，有一些啦这个资料，明天会请教你的哈。不管是工商，还有外销，还有整个农业，还有整个我们所有的一些的很多的交通问题等等，明天我想我们会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些的执行的哈。只是我是从补充蔡议员的这种的观感。那不管是单独一个龟山，龟山老师是我们宜兰的地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发扬这个地标？我看县长，你存能力话哈，看要哪好啊来发挥你的这个啊功能哈。馆长，我伫这个另外哈啊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你，就是讲乌斯港嘛已经发展十几年啊哈，伫从化区内底，咱今嘛看得到啊真济的这个住家啊好。高楼也好哈，啊，尤其讲伫渔业署过去有一个乌斯港的招标案哦，啊，有去有一间足知名的这个大建设公司来招标去哈，啊，过去要招标的这个的东西哈，拢啊，甲咱讲讲，可能我三个月就要开始动工的哦，啊，包括过去咱管政府所标出的土地，佮限定两年内底爱开发。但是时间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但是这土地顶端无建筑物，没有长建筑物，都长的草。好、哦，我想这对地方的这个延宕，哦，发展的延宕，我感觉这是无好的啦，哈、哦。啊，我嘛希望讲，管政府伫遮，哦，应该来甲遮的厂商来甲因讲，啊，看到底是因要来开发无，是毋是有照过去？啊，所这个答应啊允诺这个时程内底来继续来进行吼、哦，尤其迄、那个遐尼啊大诶这个招标案的建设啊，即马看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吼、哦，看不出一个什么，完全都没有感觉嘛，一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吼、哦，所以讲我们直接嘛请馆长吼、哦、啊，爱来去甲了解一下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吼、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看得到讲。从化区来的啊，很多居民也都跟我表示了，讲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盖那么高啊？我们的房子怎么是矮矮的？哦啊，根据我了解啦，有的是容积移转嘛，啊，有的是大面积开发嘛，哈、哦。但是你当时这些居民因所分到土地，因所了解的部分就是不是安尼嘛，哈、哦。就是、住宅五楼，然后这个商业区是八楼。然后现在产生这个状况，是不是管政府这边会当研议，到底是要全部拢来开放，啊，还是要照即马呢？啊，来让民众产生疑问。反正我感觉这是无好的代志啊，种民众一直咧反映讲，啊，人别人会使去，啊，我那也袂当去。啊，当然过去的地主因所分的拢一块一块无真大块，但是因嘛愿意拢来甲做合并啊，吼、哦。
啊，当然，这个都民众因的感觉来讲啊，这个有差别性啦，吼、哦。所以讲，我想对于未来再提出的这些案子，管建户要严格来做把关啦，吼、哦。卖工啊，都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啊。尤其那房价高低啊，吼、哦、哇，那个房子的高低会造成房价也在高低啦，吼、哦。这另外这个保温箱。管长，你嘛要注意啦，吼、哦！啊，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基隆县观光是咱目前啊上界看得到，嘛是上吼、哦、台湾人上爱来基隆一个上好的一个物件，吼、哦！每到假日，所有游客拢会来到基隆，啊，造成基隆当然人也多，啊，咱的交通嘛会塞车啦，吼、哦！啊，我想塞车这个部分，咱就卖去讲啦，吼、哦！咱来讲，咱的饭店的管理机制啦，吼、哦，馆长，我感觉讲真济，吼、哦，无论是饭店也好，无论是食的也好，是毋是啊？咱真济咱的县政府，而且的相关的单位有一一啦、啊，去改严格来执行。吼、哦，我看到讲真济，吼、哦，比如讲哪一个乡镇，它有很好的东西，哦，啊，很好的小吃。啊，恁管政府，比如讲卫生局，还是倒位啊，有去甲恁了解无？吼、哦，甲严格把关，好诶，咱就是甲鼓励。当然，因为已经有名气啊，但是咱咧增加，吼、哦，啊，互伊袂当阁出问题。因为如果即个物件是足好诶，大家拢足爱食诶，万一有一天诶时阵无好好啊严格去把关诶时阵，互伊有状况诶时阵，我想这对宜兰县吼损伤真大啦吼、哦。所以管长，我感觉即个部分吼、哦，咱是毋是恁那个吼？哦比如讲，恁的稽查小组还是啥物事吼，咱用辅导的方式啦。咱今仔毋是要去家找麻烦，咱今仔是辅导，要顾咱宜兰县的好名声，吼，包括食的，包括住的，吼，免啊，甲因辅导，互因会当真正上轨道，互游客会当安心。我想这是咱上大上大的目标啦，吼，馆长，以上哈，来讲义。什么叫做纯对二本甲？对苯二甲酸。了解吧。县长，请答复。感谢江议员的指导。你讲应该是目前敢那台化的这个相关的化学的。的物件吧，这个你若讲咱这个特殊化学药品管制的这个部分，应该问环保局了哈。管制是环保局，那本来就是宜兰县的大小工厂，而且这个台化也是一个上市公司，他对他的产品，你讲的化学的部分，我唔知道你是伫关心，我知道，我请教关心迄个公线的安全，你也是关心，因为像你问一个化学名词吼，这大概嘛唔是我的专业啦哈。没关系。我也是外行的了，我刚才请教了解了。第一个我请教一下，你对这个产品，对这个认知，它对我们人类，对我们人的身体，也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听吗？局长请答复，你在工厂听有无？应该知道了。我都听不上。谢谢哈，谢谢那个江议员哈，那个台化事实上是，对二甲苯哈，就是从这个。那你只要答对，我对这个人的是有益还是有害？那个，这些化学物质哈，事实上对人的接触哈，其实在某种浓度上面，其实都是有害的。好，县长，你应该真清楚，台化设立到咱这咱宜兰县设立到今有几年，有多少年？三十万年啊！多少年？知道吗？不知道。他生产这个长期以来，我是调你们最近五年了。他是我们宜兰县外销啊主要的产品，然后呢，这个行销不管是亚洲或者甚至于大陆，我们不希望这种东西，好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去鼓励。如果是长期以来，这样子危害我们宜兰县民的话，我想明天了还有五十几秒，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探讨？那今嘛，我们
保护我们的环境，咱的农地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空间要保护，我们还是这样子对这些的工厂公司，而且是上市的公司，这规模嘛非常大，长期以来危害我们整个宜兰县民的。我想这些的在在的问题，明天哦，请环保局长，你会当甲更加你的详细的资料吼，都要针对本学做讲，成对苯二甲酸，它是从石油这样子分解出来的一种原料，然后再加上 PTA 啊，不管是加上硫酸进口出来，啊，引进那个管路到那个工厂，然后加了硫酸或是醋酸，石油的下游产品，所以啊，只要跨越南洋桥啊，南洋。好，非常感谢三位的联合咨询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上的安排，也差不多将近五点，非常感谢各位，也感谢县长、副县长以及秘书长，还有各级处长，今天的列席非常感谢大家，明天早上准时九点钟的时候，还是由江碧华议员、吴秋莲议员、蔡文丽议员三位联合执行，还有80分钟。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